报告委员会啊，我们现在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暨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32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105年6月20日星期一9:13至13:13、13:55至14:16，地点本院群贤楼801会议室，出席委员钟孔照委员等14人，列席委员郑天才委员等31人，请假委员杨耀，列席官员行政院环境保护署署长李应元等相关人员，主席林召集委员淑芬。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讨论事项继续审查本院委员林淑芬等21人拟具废弃物清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3案，决议依审查结果：一、维持现行条文，不予修正第7条、第32条；二、不予增订第9条之一；三、修正通过依第2条之一。第一项文字将本会期上次审查本会期第26次全体委员会议之修正内容再次修正为：事业产出物有下列情形之一，不论原有性质为何，为废弃物。二、第28条一委员陈曼丽等3人修正动议，将现行条文修正如下：一、第6项修正为第1项第3款第2目执行机关受托清除处理一般事业废弃物，应于处理一般废弃物后，仍有余裕处理能量，使得为之，并依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锁定事业废弃物待清除处理收费标准收费，及配合该事业依第31条第1项第2款规定办理申报。二、增列第8项，中央主管机关于必要时得统一调度使用现有废弃物清除处理设施，但已不影响被调度之设施清除处理所属直辖市、县市境内一般废弃物为限，另通过附带决议1项，请委员酌参。三、第30条修正为：事业如委托清理其废弃物，应尽相当注意义务，确保受托者妥善清理；如受托者未妥善清理，委托事业应负连带妥善清理责任。四、第39条修正为：事业废弃物之再利用，应依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或中央主管机关规定办理，不受第28条、第41条之限制。前项再利用之事业废弃物种类、数量、许可期限、废止记录、申报再利用产品之标示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管理办法，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会商中央主管机关再利用用途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定之。但涉及2个以上目的事业共通性再利用之事业废弃物，经中央主管机关认定有统一订定再利用种类及管理方式之必要者，其管理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五、第45条第1项修正为：违反第12条、第18条第1项、第28条第1项、第7项、第36条第1项、第38条第1项、第39条或第41条第1项规定，因而致人于死者，处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3000万元以下罚金；致重伤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2500万元以下罚金；致危害人体健康导致疾病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2000万元以下罚金。六、第46条，赵委员刘建国等16人提案修正通过，修正内容如下：一、第1项罚则修正为：处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1500万元以下罚金；二、新增之第4款，不予增订；七、第48条修正罚则为：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1000万元以下罚金。八、第52条，赵委员林淑芬等21人提案修正通过，修正为：储存、清除、处理或再利用一般事业废弃物，违反第28条第1项、第31条第1项、第5项、第34条、第36条第1项、第39条规定，或依第29条第2项、第39条之一第2项锁定管理办法者，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锾，经限期改善，届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处罚。九、第53条，赵委员林淑芬等21人提案修正通过，依第1项修正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锾，经限期改善，届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处罚；情节重大者，并得命其停工或停业。二、
第一项第一款修正为：一、储存、清除、处理或再利用有害事业废弃物，违反第28条第一项第七项、第31条第一项第五项、第34条、第39条规定或依第29条第二项、第39条之一第二项锁定管理办法。十、第55条照委员林淑芬等21人提案修正通过，第一项修正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锾，并限期令其改善，借其能未完成改善者，得按次处罚。十一、第56条末句修正为：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十二、第58条末句修正为：处新台币60000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锾。四、增订通过，依第39条之一修正为：再利用产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经中央主管机关指定公告者，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负责其流向追踪管理，必要时并实施环境监测。一、用于填海或填筑土地者；二、有不当利用、污染环境或危害人体健康之余者；三、其他经中央主管机关认定需加强管制者，前项环境监测之监测项目、采样频率、样品、采样方法、检测方法与程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会商中央主管机关，再利用用途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定之。二、第63条之一修正为：依本法处罚还者，其额度应依污染程度、特性及危害程度裁处，其裁罚准则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其违法所得之利益超过法定罚还最高额者，得于所得利益之范围内酌量加重裁处，不受法定罚还最高额之限制。前项所得利益认定核算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二、全案业已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院会讨论本法案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并由召集委员林淑芬于院会讨论本案时做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问委员会对上次会议议事录有修正或遗漏之处？好，来。记录的第4页有关第39条。的第二项里面就是第4行，但涉及二以上目的事业共同性再利用之，那个个可能可以删掉，在用法律用词上面。但是因为两个也没有差嘛，两个就是两个以上目的事业，在法律用词上他们是二以上目的事业。法务部有没有意见？二或两个，两个或两个以上应该是没差，没差，没差，嘿。好，应该是还好了哈，没有，他讲的就是两个以上的问题，对，好，好，那我们就不予这个修正哈，那我们就议事录确认通过。那我向各位委员报告，本日的会议议程为两个哈，那下午的呢？本日上午，好，本日上午的会议议程为两个啊，第一个是审查104年12月15日所公布的修正《全民健康保险法施行细则》的部分条文哈，那请这个查照案，那我们将这个备查改为审查哈，所以我们今天要做讨论。第二个是要继续审查本院委员吴玉琴等22人拟具《就业服务法》第52条的条文修正草案。那向各位委员报告哈，那因为这个就服法52条已经询答结束，而且只有1条哈，那而且这个讨论的速度可能比较快，效率上为了我们的议事效率，我们优先将这个第二案先列为这个讨论事项的第一案，这样子不是就是我们先讨论第二案，这样子有无异议？没有，好，那我们就议程上先处理就服法52条。只有1条而已哈，那我们请宣读条文。就业服务法第52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吴玉琴等22人提案第52条，聘雇外国人从事第46条第一项第一款至第7款及第11款规定之工作，许可期间最长为3年，期满有继续聘雇之需要者，雇主得申请展延。聘雇外国人从事第46条第一项第8款至第10款规定之工作，许可期间最长为3年，有重大特殊情形者，雇主得申请展延，其情形
及期间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但属重大工程者其展延期间最长以六个月为限，前项每年得引进总人数依外籍劳工聘雇警戒指标，由中央主管机关邀集相关机关劳工雇主学者代表协商之，受聘雇之外国人于聘雇许可期间无违反法令规定情事，而因聘雇关系终止，聘雇许可期间届满出国或因健康检查不合格，经返国治疗再检查合格者，得再入国工作。但从事第46条第一项第八款至第十款规定工作之外国人，在中华民国境内工作期间累计不得逾12年。从事第46条第一项第九款规定家庭看护工作之外国人，且经专业训练或自力学习而有特殊表现，符合中央主管机关所定之资格条件者，其在中华民国境内工作期间累计不得逾14年。前项资格条件认定方式及其他相关事项之标准，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商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好，各位委员。对吴育群委员所提的这个修正案哦，将出国一日使得再入国工作哈、哦，那有没有其他的意见表示？来，请部长。主席、各位委员，那么52条的这个修法的内容，我们有三个地方建议稍作文字的修正。那么，请各位看我们的修正的版本，这一张单张的哈、哦，请各位看到第13行。第13行倒数的第5个字，是还没画下哦，对不起。第几项？你可不可以念这个第几项就好了？第几项？第4项。第4项。第4项倒数。第四项，你整个项念一遍。好，来，我第4项来念一次，念一遍。第4项，受聘雇之外国人于聘雇许可期间无违反法令规定情事，而因聘雇关系终止，聘雇许可期间届满出国，或因健康检查不合格，经返国治疗再检查合格者，得再入国工作，但从事第46条第一项第八款至第10款规定工作之外国人，加一个字，其他的其，其在中华民国境内工作期间累计不得逾12年，后面加一个字，加一句话，且不适用前条第1项第2款之规定。再念一次，且不适用前条第1项第2款之规定。这是两个修正的部分。然后第5项是新增的，我也再念一次，第5项是新增的。前项但书所定之外国人于聘雇许可期间得请假返国，雇主应予同意，其请假之方式、日数、程序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我再念一次，前项但书所定之外国人于聘雇许可期间得请假返国，雇主应予同意，其请假之方式、日数、程序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制。以上3点的修正意见，请各位支持，谢谢。好，这个是劳动部所提的修正意见了，已经不是这个吴育群委员原先的版本。那请问各位委员同意这样的修正吗？有无意见？没有。那我们就照劳动部的修正意见通过。那请问各位委员会？这个案子需不需要交由政党协商？不用。好，各位委员，我们这个案子这个修正案就免政党协商。好，我宣告一下，审查本院委员吴育群等22人拟具就业服务法第52条条文修正草案，业经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本案时，由林昭伟、淑芬补充说明。请问是否需要党团协商？我再说一次。好，来，钟委员。
部长，我只是想询问一下哈，因为毕竟你那个征修的条文来电，你有一个那个前项单是外国人在评估许可期间得请假返国嘛？那雇主应予同意，其请假的方式、入书程序、相关主管订定的办法，由中关主管、中央主管订定之嘛？因为这个大概，因为现有的大概是家庭看护工没有纳进劳基法，是，所以家庭看护的回到就无法，所以你们当时有，我记得当时我们在逐条讨论的时候，你们有特别提到。你们当时说要针对家庭看护工要有一个企业范本，是当时提说这样企业范本你才能够保障到那些的看护工啦。所以刚刚以前我不是反对你这些修正条文，我是一定要问清楚，不然你这个文字这样修正完之后，后面弄我们立法委员就要承担相关的。我没有反对任何的意见，我只是要询问。报告怎么做那个执行力是。在条文里面没有这个，但是我们聘雇办法里面有说我们要跟来源国要去定一个契约的范本，所以是不在条文里面，但是实务上我们会透过这个契约来处理。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跟你这样讲，让你因为这边都有是列入记录好记录这样我们才可以确定，不然你这个征修的条文来是没问题，我们在实务上一定会这样做。对于那个就看护工的相关的义工，我们还是要给他们有一个保障啊。那个尤其是你刚刚特别提到那个企业范本，那企业范本如果订定，那之前我也跟你们提到，甚至出入境的时候，当时你们也有提到，不管是印尼或者越南或者泰国相关的劳动权益，如果条文改完之后，他们一入境的时候就应该有相关的译文的版本，就是讲。他印尼，他进来，他不会听中文，你该讲个啊，或者说透过人家在解释的说明，其实也不太清楚。如果有那一本，他知道他自己的权益，那对他来讲是会有比较有帮助。那这笔钱我帮你们找好了，你们的救援基金来对，本来就是可以做这些，你们可以在入境的时候。那些的外籍劳工朋友入境的时候，他属于越南的，你就给他相关的越南的权益事项，包括我们今天已经修正的现行的条文，让他们也知道，他们以后不必在三年出国，不然要讲讲啊，也是够会让人便宜呢。所以这一部分的话，我是特别请托我们劳动部这一部分一定要能够确实落实执行。是，包委在这里列入记录，我们一定做到这一点。好，谢谢。好，那我在刚刚处理的程序还没处理完，请问是否交由党团协商？不需要。好，那我们就免交由党团协商。各位委员我们接下来处理我们第一案我们要继续处理我们的全民健康保险法施行细则之前，请劳动部可以先行离开，没关系。慢着，我有一件事情要在这里声明。你先离开，你要坐着听也可以。我为什么作为一个招委在这里我要做一个声明了。我觉得处理救扶法第五十二条今天在这里非常的顺利，从询答到处理都非常的顺利，因为行政部门从国民党执政到民进党执政一路走来始终支持这样的一个改革。但是呢，我也必须要说，国家和政府从来都不曾把这样子一个人权上的黑点自己扛下来，自己提案，自己修法，没有，都把这样子的国家的这个人权上的黑点的抹掉，这个黑点改革的人权黑点的改革，都让个别委员去承受。我必须要承认，本人跟吴玉琴委员。为了这一个提案遭受到抹黑不实的谣言，在这里甚至因为呼吁请委员是部分区委员，我是区域立委，所以他们在网络上是呼吁请委员的提案，我去他们邀请我共同提案，所以我支持他，所以我参加他的提案，理论上是呼吁请委员的案子，
但是因为他不会选举，所以网络上全部都针对我不断的攻击，然后办公室助理还有让半夜打电话来骚扰的，在 LINE 上面传遍全台湾的，那我必须要承认，这个连续十年台湾的人口贩运问题被美国国务院点名，这个外劳的这个中介不当的中介剥削，不当的，我要强调是不当的中介剥削，十年列为人权报告里面的重点项目，可是都没有解决。那我们提案的委员，包括我本人在这里，没有政治利益，因为外劳没有投票权，我们也没有经济动机，结果我们得罪了一大群跨国界的中介业者，然后把这样的结构性的压力叫我们两个去承担。我觉得啊，这个不是我和吴育勤被攻击，这是台湾这个国家的人权价值被攻击。那我要在这里哦，史无前例的做一个不自杀声明，我觉得非常的压力很大，这不是骗人的。这些中介的为什么大家都不提？因为这个中介跨国中介的不当剥削，就是外劳逃跑的原因。因为三年到了，要被中介再剥削一次，要做一年至一年半的免白工，所以这个外劳他会逃跑。所以啊，三年免出境一次，他可以解决逃跑的问题，那也可以解决雇主我们在台湾就可以申请在地续聘，所以雇主的空窗期反而是缩短的。那我讲这个修法牵扯的是中介跟外劳之间的不当剥削、不当的中介费，可是他们的抹黑变成把外劳跟中介的纠葛变成外劳跟雇主的所有的摩擦都变成叫我跟吴育勤要去承担。其中里面有几个不实的谣言，我也借这个机会来澄清哦。其中一个不实的谣言就是说，他那整个他说外劳可以任意换老板，请问各位，外劳可以自由转换雇主跟这一条修法有相关吗？没有。他说啊，如果这个外劳在家工作满三年，这个探亲假至少21天，请问我们今天的法律有说一定要至少21天吗？没有。他说啊，如果这个雇主不给外劳续约，想在台湾就可以，想继续在台湾就可以选择逃跑，法规没有处罚外劳，你奈他何？各位，雇主想续约的话，外劳必须回国一天，他要被剥削一次，他才会逃跑。如果免出国了，他降低了他逃跑的意愿，而且逃跑的外劳不是没有法令管制，抓到要马上递解出境。这个也跟今天的修法无关，所以这个抹黑都不是事实。然后还讲说啊，这个你不给外劳续约，外劳就换掉你这个老板，空窗期会更久。事实上是雇主不续约，台湾没有人聘雇，外劳是不能留下来的。所以这些抹黑都是不实的，他只有一个目的。我向大家讲哦，他这样的做法就只有一个目的啊。他的手法有三种啊，他认为中介对外劳抽取中介不当抽取中介费用的问题哦，中介工会的部分干部做成文宣抹黑，转移成雇主跟外劳的冲突问题。他要打击的是支持外劳人权的各位在座的我们所有的立委，他施压我们把所有雇主跟外劳的以前跟修法无关的所有社会冲突都抹黑成是吴育勤跟林淑芬搞的，制造选民对支持这个改革的立委的不爽，施压立委在这些没有选票利益的外劳人权上要退让等等啦，我们必须要讲了。所以我今天在这里非常沉重哦，中华民国立法院史上空前的记录，就是我要念一个不自杀声明。本人在此特地声明哦，绝不自杀，绝不发生意外，我非常的乐观，身体非常的健康，交友广阔，身无隐疾，而且啊，我们在这里哦，我非常的生活作息正常以外，非常的注意生活当中的危险物质、危险管制物品，我也没有服用安眠药，也不酗酒，也非常注意平时的驾车行车安全，我开车的时速非常的慢。
我是说真的。所以我如果我有意外的状况，我们在这里我必须要声明，有意外的状况请大家还必须要仔细调查一下，也绝对不会自杀。为什么让一个立委来承担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一个立委提一个改革的案子要承担这一种压力，我觉得这是国家人权之耻。那我知道仲介业在立法院很有力啦，他也挂很多立委的助理都是仲介业者。那我就不明白，如果他们有冤屈，他们应该请立委出来帮他们讲话。为什么一路走来国民党政府的劳动部都支持这个改革，民进党政府的劳动部也支持这个改革，全立法院都没有人认为这个改革是错的，都没有人出来讲话说不行的。可是呢，可是我们为什么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啦？所以我跟你讲说，这个改革会不会有后遗症？仲介业者说，这样子的话就没有人要仲介外劳来台湾，没无利可图。各位，我们还有职聘，台湾还有发展职聘啦，并不是没有。那怎么样收取仲介的这个合理的利润，也可以讨论，当然也可以讨论。但是绝对不要这样子对待我们的立委，好，这个是我语重心长哦，特别很抱歉占用大家一些时间，因为压力非常的大，身心压力都很大。那吴育勤委员是不是要做一个发言？谢谢主席，还有委员们给我一点点时间哦，因为最近我跟林淑芬委员真的压力非常大哈，来自网络的群组还有 LINE 群组一直在对我们攻击哦。那台湾在这个议题上，我想从上一届其实就有提出来了，但是只有这一条没有被修掉，表示来自的政治压力或是来自外在的压力非常非常的大哈。那我是一个不分区的委员哈，那我觉得如果台湾在人权上面，如果这个剥削是来自母国，那可是我们台湾竟允许他继续这样剥削下去，我们就是共犯。所以我们绝对一定要去解决这样的一个人权的问题，也减少这些外劳在台湾这么辛苦的工作，为什么每三年就要回去被剥削一次，再来工作，好，一年还是赚不到钱，然后第二年、第三年，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应该说挣脱这样的一个奴工的一个环链中的一环而已哈。那我当然也期许我们劳动部接下来相关的一些这个包括休假的一个契约的订定，还有相关的配套措施，都应该一并的来做一些处理。我相信这个是劳雇双方应该会更好哈。那也能够让我们的外劳能够在台湾的工作里面，他真的是得到该有的薪资、该有的待遇，那也让他的工作条件能够改善。所以我觉得今天修订这样的修法，当然未来还有二读三读哈，我们还是请我们所有的委员一起来支持，这是一个人权的问题，我们需要让外籍看护工也外籍的劳工能够拥有基本的人权，而不是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制度上被剥削哈。谢谢大家，谢谢。好，非常感谢我们卫环委员会全体的委员呐、啊，哈，我们必须要讲卫环委员会全体的委员，大家都无异议的，没有一个有异议。全部都有共识，跨党派的，不论是时代的力量还是国民党都在场。我们非常感谢大家无异议的通过这样的一个修正。好，那我们继续来处理这个，卫福部部长哈，来先来报告104年12月15日公布的修正《全民健康保险法施行细则》的部分条文，这个请查照案。那我先在那报告以前哈。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哈，这个案子因为我们是上午的议程，那所以我们下午还有要到乐生疗养院考察，所以我们这个案子待会儿哈每个委员的发言时间呢，6+2分钟，那非本委员会的委员为6分钟哈，那我们10:30截止发言登记，委员如果有书面咨询，请于散会前提出，那逾期就不受理了哈。那我们先请卫福部部长报告，谢谢。抱歉，我再宣读一下哈，我们那个宣告一下，临时提案今天也不处理哈，因为我们今天还要下午去考察，所以也不受理这个临时提案的处理，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女士、先生，哎，是。那这样子好不好？临时提案我们看这一个案子讨论，如果在12点以前。12点以前，
处理结束的话，我们有时间，有这个余裕的时间，我们就适时的来讨论这样子，好，做一个修正，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女士、先生，本部诚邀列席就审查104年12月15日公布之全民健康保险法实行细则部分条文修正案提出报告。依修正背景，二代健保于102年1月1日施行后，为因应实际需求，增修相关规定，以求法制完备。有关政府每年负担全民健保总经费之规定，未立具体明确，原修正施行细则部分条文。修正重点为有关健保法第三条，政府每年度负担本保险总经费，因并未限定计入政府负担之范围，原明定政府每年度负担本保险费之总经费内涵。二、争议事项部分民间团体之代表曾于健保法施行细则修正前后提出以下异议：一、健保法施行细则第45条原规定，政府负担经费细指政府依健保法第27条及第34条规定负担之保险费，不应将社会福利性质之补助纳入政府负担经费之计算。二、修正健保法施行细则第73条，使第45条追溯至104年1月1日起适用，违反不溯及既往之原则。三、本部意见：一、健保法第3条规定，政府依法令规定，应编列本保险相关预算之负担不足每年度保险经费扣除法定收入后金额之36%部分，由主管机关编列预算拨补。考量原住民保险费等9项保险费补助确实由政府实质负担，而施行细则本为补充母法内涵之细节性规定，故本部配合现行中央政府之补助项目，施行细则第45条修正，使政府每年度负担本保险之总经费内涵更为具体明确。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指教。好，谢谢林部长。我们接下来就是询答时间。那我们第一位是林怡明林委员，陈委员，对不起，陈委员。谢谢主席，我们请那个林部长。请林部长。谢谢。委员好，部长早。想那个，首先就是针对我们看一下，今天早上的报纸有提到哈，就是那个贵部的那个何启功何次长有提到这个，可能会开放日本福岛5县市的这个的那个辐射食品的问题，我要就教一下我们的部长哈。为什么这个消息是先从那个驻日代表那边放出来？礼拜一就先驻日代表我们谢长廷谢先生就先跟媒体恳谈的时候就提到说，可能在年底会解禁，然后提到说我们卫福部会派人到日本去考察。请问有这件事情吗？跟委员报告，那本部派人到日本考察以及开放日本辐射食品都没有时间表。完全还没有讨论。那下一章，那为什么何启功次长已经在讲说近日就要赴日去核灾区去考察？那这样子的话，不是就好像是先画了箭靶，然后再射箭吗？这个部分是因为昨天我们两位新的次长，因为昨天是我们的常务次长到任，所以两位次长就到公关室
跟记者见面。我想因为时间关系了，所以我想还是要请部长审慎的来处理这个问题。 谢谢，好不好？谢谢委员。因为其实根据消基会的资料，我们台湾对于 辐射食品的要求好像是比日本还宽松。那个日本的话，它民间检测每公斤是10贝克，我们是到370贝克。而且呢，我们只有限制日本福岛的5个县市，可是人家大陆是10个县市，韩国也有8个县市，澳门10个县市，美国甚至有14个县市，欧盟更是要求8个县市都要减负官方的这个检验证明跟在地的抽验。所以我想这件事情民众都很关心，食安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我就拜托部长，是不是可以针对这个议题可以给本席一个报告，好不好？好。那个你们有没有考虑接纳这个消基会的建议，能够跟国际接轨？因为一开始都谢长廷代表他在日本就讲说嘛，他说重申蔡英文总统所说要根据科学方法和国际标准处理嘛，那国际标准在哪里？我们应该要跟国际接轨。好，请看下一张。那我接下来要讲一下这个和山的事情。好，我们那个花莲人门诺的有一位吴医师，他在网络上先发布了一个东西，因为他救一个病人，他这个病人已经很危急，他帮他那个做了那个心脏的那个支架，做了之后就健保就核删他，而且要罚他钱，说他是福报点数，而且呢还要被加倍扣回167万。好，我觉得这是很夸张的了，那见死不救当然不行。然后救了人之后，这个核删的机制是这样子的，让人家医师非常的痛苦。好，下一张一样的，就是贵部的这个彰化医院的陈彦明医师，他最近也是一样，在他网络上，在他的 FB 上面也说，因为他帮一个85岁的老阿嬷做这个人工膝关节的这些处理，有伤口感染，所以他也做了一些处理，而且做了骨水泥的这个假体，而且住院打抗生素打1个月，结果呢，在核酸就被核酸，所以呢，这个陈医师他就说啊，要删就来删吧，反正这种刀本来就是功德刀，本来就是赔钱货，好，敬请谢谢指教了。我想这个下一章，其实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过去其实医界呢，其实有做过一些这个医劳盟有做过调查，他访问民众。只有 1% 的人支持维持现状，就是和匿名核删制，有54%的人，他民众觉得应该是要具名的审查，有45%甚至建议说应该取消事后的核删。那本席在这边呢，其实也希望就是我们健保署是不是能够注意到这个问题，更不要讲说你核删之后呢，你还给他放大罚他100倍。可是根据健保法的规定，第10章它有一个罚则，它说是处以2倍到20倍的罚锾。那为什么健保的核酸就要罚100倍？我们是可以请署长稍微跟我们解释一下。好，谢谢委员的指教。因为这一部分的话，的确就是说我们在这样一个月的过程里面，我们都已经很务实在面对了。那部长也有指示一些该做的改革。对，所以就在这个核酸的话，因为当然是在健保署的一个法规里面，就有一些是属于行政审查，还是电脑的审查。对，啊，有一些是但是罚100倍是合理的嘛？对，不过这部分就是说我们是觉得部长只是说不要说，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那你罚错了之后，你有没有还他公道？我想这部分就是对于那些核三的委员有没有给他公布名字，或者你就是核三，但是他可以据理力争申复嘛？对，他申复之后，如果申复合理，那代表当初核三的这个委员，他就是因为仗着你们都是黑箱作业，反正也不会公布他的名字，所以他甚至有时候是依照你们的要求要核三8成，核三要核三2成，要打8折，他就一直删，含泪去删，因为健保署要求他删嘛，他就删，他不合理的也去乱删，到最后其实造成整个医疗的制度的萎缩，中型医院的很多中型医院都营运不下去，因为核删的常常很多都是医学中心的一些大教授，但是他又不用具名，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黑箱作业到无所不用其极的一个地步了。那今天的整个的医疗制度的败坏，我觉得这个匿名的核酸就是一个根源呐。所以今天其实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觉得其实在做这个
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嘛，你在做这个审查的时候，你应该有一个 educational purpose 嘛，你应该有教育的意义，你应该有个回馈的机制，但是你就是一个匿名的和山，然后甚至昨天你们的另外一个次长叫什么？蔡次长。蔡次长，他甚至说要不要要不要做这件事情，要不要具名的，还要找医学会来开会。对不起哦，这种事情是你们健保署的事情，为什么还要再找？为什么还要再找医学会来开会？报告委员，目前是这样，两件事在做。第一个就是在调查这个审查委员他的意愿呐，哈，还对态度看法。第二个调查被审查的这些医生，他的对这个你们上次就是开一个座谈会，然后座谈会也是一样，就是先画箭靶，然后再射箭，然后就与会专家就说那样子。如果在之前。你们开座谈会最后结论就是说因为担心找不到审查委员，所以就不敢开放变成居民和尚。我告诉你，有很多有良心的、有教育的目的的这些院长跟副院长跟这些医疗的前辈，他们都愿意进来救这件事情。谢谢。居民的审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育的一个项目，不能够一直都是黑箱作业做匿名的。我真的在这边拜托我们的部长，这件事情其实是真的关系到我们的整个的健保的一个民众的支持跟医界的支持了。 okay, 所以本席其实有个临时的提案，当然今天不晓得是不是有机会，但是我们真的是希望健保应该卫生福利部要针对现行的核山机制做出一些利弊的检讨，未来核山的委员应该具名公开以招公信，同时有一些教育的意义在这边，更可以避免医师因为申报健保时造成的争议，也可以减少医疗纠纷呐。是，好，我希望部长能够支持这件事。我们正在处理，正在做这件事在处理。好，谢谢，谢谢部长，谢谢，谢谢陈委员。接下来是吴坤玉吴委员。因为我想部长比较辛苦了，我就请署长好了。好，李署长，李署长。李署长，好。李署长，刚刚陈委员有讲到这个核酸的事情嘛，那核酸确实很多的诟病啦，那不止刚刚那个三那个插管的那个事情，其实也有很多啦，好，就是这个好，下一张哈。那其实也有发生说止痛药，那被误认为抗生素删掉的了哈。还有下一张哈，那甚至那个检查被当作药品哈。我想确实有一些就是说不是很专业的核酸的问题被人家就是医疗们给我的资料哈。那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那甚至说有时候为了节流也在核酸，那当然我们有申付的制度啦，但是有时候旷日费时哈，对被职业的人来讲实际上是不公平的，所以核酸方面事实上有很多的问题，那不晓得就是说这方面有什么改革的想法没有？谢谢委员哈，那的确这是我自己当时在520就职的时候我自己的那个就是。短期的一个目标哈，那当然就是说很多事情的背景的话，必须要去了解。那的确，我相信说，在我们健保署的那个同仁哈，说实在，他们绝对没有说介入说啊，要求我们的所有的审查医师做什么，这个为了要达到点子多少哈。那不过这一部分的话，部长也特别指示，所以我们在署里面，我们本来就针对所有的各个相关的资料，我们都在建档。那最近的时候呢，部长也叫指示说，大概在最近一两个月的时候，我们大概就把这个事情做一个定案哈。那当然就说审查是一定要有医师嘛。那只不过我们就是希望说，医师在做审查的时候能够很合理的，不要用代号说这个是要核酸，而是说针对为什么要核酸哈，这个有讲清楚的时候，那就刚刚跟陈委员讲，这是一个教育，对被删的医师他也知道说他为什么被删。那未来的时候呢，他在
做一个医疗行为的时候，他也会注意到说不必要的医疗行为，会对医院会造成困扰，我想这样说，在整个台湾的一个健保的一个点数跟点值的时候，我们是觉得说，其实很多医疗人员的话，可能有可能是因为点数做的太多，所以让点值下降。所以假如说两位委员提的这个东西，我们只要好好去执行的时候呢，那一定会有所改善。自己就说时程的话，刚刚部长也有提到，就是说这个时间点我们是会尽快的，因为的确这个礼拜六礼拜天部长也都一直在指示我们要把这种事情完成进度。好，下一张。好，这个当然很多了，下一张。就是说有人建议说，那因为目前有一些因为在很多的专科医学会里头，事实上可能是比较专业了，但是现在的审查委员不一定是来自该专科医学会的那个医师嘛，哈。那有人建议说，如果用专科医学会的各区审查委员来审查，这方面可以会改善目前所谓在和山所患的一些让人家看起来不专业的事项没有？报告委员，其实这个在我们的所有的审查委员的名单哈，都是我们各个专科医学会或是全联会他们所推荐的名单。那的确就是说，刚刚你们看到那些那个，就是有一些在 Facebook 有表达的人，的确我们有检讨，就是各个分区有上传，都是也是他们自己同样的一个专科的医师所提报的。啊，只是说在目前来讲，我们对于这些审查委员的名单哈，我们没有马上就是说人家有反应我们就公布哈，因为我们必须尊重他的那个就是一个情形。不过未来的话，制度要怎么去修改？假如说居民审查，我们是可以，假如大家都委员都同意的话，我想这未来不是问题啊，只是说我跟委员报告，就是说你看到那个案子哈，的确就是都是有一些理由啦，只是说我们自己也不方便说在那边在那个 Facebook 里面哈，把这个实情讲出来那样。我想如果真的有实情或是有隐情的话，应该讲出来，让被删的人要心服口服嘛，对不对？不然你为了不让对方有什么觉得不好，但是让人家在网络上知道误传，让健保署背这个黑锅也不好。其实你们既然有理由，应该要让对方了解，不然就让人家误会是健保署聘的这个审查委员不够专业，或者说因为太忙了，疏忽造成这样的核酸，那这样对健保署的声誉是不好的。所以我想，如果真的有隐情，要让对方知道。一句话就是说，其实我是觉得在这整个一个管理里面，其实各个医院也是要负起他的责任的。是，其实说实在，今天因为刚刚那个陈委员提到那个回推那个就是放大的情况，是吧？因为那个在整个一个从劳保局时代就有一个机制啊，不过这都可以检讨他的机制。是啊，只是说有时候这一部分的一个管理，因为我们毕竟抽样审查嘛，所以变成说你要整个管理来讲的话，的确有他的某一些瑕疵啊。不过我是觉得说，其实有一些医院他自己不应该把这个责任都把它放到医生的身上啦。因为我们当然是希望说，医师只有针对他的医疗行为的部分应该受到必要的一个审查。不过假如说整个在管理来讲需要回推放大的时候，那是应该是到医院的身份去。那医院假如自己觉得说，他觉得他的管理上他的医师做成这样的一个瑕疵的话，他自己应该负责管理，不应该由医师跟健保署这样的话，市长有时候我们很难去解释。好，是不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一些科比如说像现在大肠癌病患增加很，案例增加很多，那我们国内洗肾的病人也增加蛮快很多就是说，像这个在国际上我们都是第一名，但是这个我们应该去检讨说怎么来预防尤其这两个疾病跟食品的安全是有密切关系，我们应该是怎么去再从预防医学的角度来做，看怎么去预防维护国人的安全，也让我们国人的生活品质能够改善。那如果只是从后端的这种点数来降低的话，可能有时候对医生来讲或职业人员来讲是不公平的。我们可能要去思考说，在这里到底国内有哪一些条件导致，比如说大肠癌的病人增加，或是洗肾病人的增加，那我们要做什么样的研究能够来探讨这个成因，来维护国人的健康。但是目前从健保的给付上，我们事实上比如说像洗肾的病人，他那个点值越来越低那这样有时候对医疗从业人员来讲不一定是公平的因为他从医师的天责就是要医治医疗病人，医治病人。那从他们的数据来看，目前洗肾我们国内做的也相当好那个 survival rate 那个也蛮长的，相对国际来讲
好，所以从这里我们怎么做的公平专业其实也很重要。那我们从预防的角度，希望说健保也能够鼓励这些专科医师们能够跟公卫或预防医学人合作，来做好保健的工作，来预防病人的增加，可能才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法。好，好，谢谢。好，谢谢吴委员。接下来是洪慈庸洪委员。我们请署长好了。李署长，点名，李署长辛苦了。今天比较辛苦。好，署长，刚刚其实我们前两位委员哦，一直都在谈这个核酸的问题嘛哦，那其实因为这个台中荣总嘉义分院这件事情哦，闹了整个业界哦，感觉都要暴动哦，那所以哦，今天有一点时间哦，我想署长是不是借着这个机会哦，把这个事情的一个始末、哦、做一个比较就是简要的一个这个事实的一个阐述啦，好、哦，让大家知道说到底为什么会就是为什么会他申请了这个150,000嘛，好十万点，然后医生抱怨说他被删了1,670,000点，然后最后卫福部又跳出来说没有，只有360,000点，好、这事情的一个始末可以大家说一下。谢谢委员哈，的确是这样，因为嘉义荣民医院这个 case 它是属于台中荣总的嘉义分院嘛哈，那他本身来讲这个病人他是一个那个肺炎。那肺炎当然就是说一个 LOMA 就是一个液状嘛哈，那当然就是说我们要看他的那个生理状态到底是不是说真的需要用那个就是放在加护病房用呼吸器哈，那因此就是说他在加护病房的一段时间哈，那当然说这个治疗来讲的话呢，也牵涉到一个就是说这个医疗的行为是不是需要那么久或怎么样哈，那所以变得他的申报的点数其实也是一个数目字，但是就是说当时有另外一位专家在审这个的时候，觉得说他的某一些病例上面的记载不是很清楚，所以某一些治疗行为他却不需要那么多啊，所以就把它做一个核酸。但是各位刚刚就知道说我们在核酸的时候有一些就是说在我们健保法里面有一些就是说你需要去回推，那就是说我们的随意审查。那这个数字出来的时候呢，他就必须要按照那个公式去看，那就有一些部分就是等于放大了一个数字嘛哈。那不过就是这个数字当然就是在那个医师自己在算的时候呢，我是有跟我同事讨论过，因为他自己在回推说他们医院里面被核酸的数字多少的时候，他自己有算出来，就是那个数刚委员提到160,000+嘛。啊，不过真的就是说在这个就是在那个我们的那个。健保署里面算的数字是应该是30,000+的、哦，但是问题就是说，到最后变成又说是被比误啊、哦，那又说是因为我们健保署给他关心，所以他自己就那个往那个从 Facebook 里面下架那样、哦、那我是觉得说这个部分是的确是当时在沟通的时候，我们健保署的同仁有问我们的那个，就是有问那个他们医院的主管呐、啊，他们医院主管说他没有这样讲啊。啊，然后你就说我们到最后就拜托，那你就没有这样讲，你应该要跟媒体澄清啊。啊，他又说他不知道是哪一个媒体写的啊。哦，那所以变成说就又没有办法替我们健保署澄清。那市场我们的同仁也是很委屈啊，因为的确这个事情，不管是我们在署里面，或是在我们部里面，对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对媒体，对我们就觉得我们健保署的那个管理有瑕疵，的确有一些我们自己会检讨啊。哦，而说目前来讲，大概整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大概一个流程是这个样子。不过就是未来的话呢，我们是自己内部有在检讨了哈，因为的确就是有一些审查委员的状况，也许就是各位会社会会认为说，哎，我们好像是有黑箱作业。不过委员，我跟你报告，我在那边一个月的时候，我自己是非常信任我的同仁的工作态度，他们绝对没有介入这什么为了点数的问题。那另外就是说，他这个就是说，将来在核酸的时候呢，你核酸就是说，假如是一个。原则上是我们在研究，说核酸是要一个或两个一组那样嘛哈。那另外就假如万一有核酸的时候，像 outlier 就是说比较脱离那个正常的一个范围，它比较大的时候，那我们是希望我们在内部的时候，一定要再找另外一个医师，一个专业医师再把它审查一遍，看这样的一个核酸合不合理，而且合理的时候我们才会送出去。啊，这样的话变得避免不必要的一个误会哈，存在医师跟健保局身上，哎。好，那署长你我想你们应该有做过一定的一个检讨哦，但是这个制度其实我相信很多的医生都很有怨言，然后那我想问一下哦，现在哦我们这样子核酸哦，平均哦我们每个月跟就是累积到每一年这样子大概平均会删掉多少的点数，你有推过吗？昨天有一个数字哦，我们开会的时候就说
的确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一年的那个申报量很多嘛，对啊，不过那个 percent 几差几 percent， 三点多还多，不到三，好像2%还是3%。OK， 其实这个部分就是委员跟你报，其实部长跟我都当过医生啦哈、嗯。现在当然说，其实我们两个那时候以前在被人家核三的时候，我们在写那个核三理由的时候，有一些东西我们会检讨说啊，对啊，就部长昨天讲啊，的确有时候有一些是有道理的，我们自己的住院医师处理的不是很好。可是有一些东西说实在的，我们也是觉得说委员有一些委员的意见哈，我们也是有意见的、嗯、啊。可是就是说我们自己都会去注意到这个。好，好，那我刚刚想，因为其实昨天晚上我看到一则新闻哦，就是蔡次长他已经有说他会尽可能在两个月内去，就是让这个居民审查可以上路了哈。他昨天晚上有这样的一个新闻出来了。好，那我也希望说卫福部这边的那个脚步要加快，然后这个黑箱的一个问题哦，我相信它是不应该存在的。当然，除了这个就是委员现在不公开的问题之外哦，另外一个就是放大核酸这个问题哦，因为其实很多的医生在抱怨是说他们不知道标准在哪哦，因为现在的标准就是委员知道嘛哦。那像这个报了15万点，然后被核酸的8万点，然后最后放大核酸核三的36万点这样的一个状况哦，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哎，他觉得这样很不合理，他救人还要赔钱，好，所以这种状况其实医生他当然觉得很不是滋味。那我们现在核三的理由，我们大概所知道的就是会有很多，就是说，哎，没有积极的疗效，或者是说非必要的检查或治疗，好，那当然还有一些理由叫做什么，哎，台厂的药比较便宜，好，所以这个核三的这个事由标准。哦，以及这个核定的一个过程哦，到底现在我们有没有公开？因为就是说这一点是说部长交代我们，就是说其实在健保署的网页哈，我们正在积极的成，就是用成一个 VPN 的那个网页系统的话，那这个安全度比较高，可以让我们很多我们的医疗同仁都可以看到健保署里面的一些相关的作业。那至于你刚刚提到的那个，就是我们的目前的一个核酸的理由，大概有200多项，嗯，哦，200多项，只是说通常对一般的医生来讲，他未必会去看这个理由，哦，所以说将来的话，假如说万一有一些被核酸的话呢，假如说我们当事人他觉得这个东西有问题的时候，他可以在我们那个网页上面，也可以当为一个讨论的一个平台，嗯，哦，那不过就是你放心，就说这个部分就说。我们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通常有一个代号嘛，那因为有时候在核酸的时候要请那个审查医师用字写，有时候又怕他的字会被人家认出来啊，而有时候又怕说他的字我们叫同仁抄的时候抄的不是很好，哦，不过就是说我们部长交代，就是说我们会朝那一部分去，至少一定要有一个理由，就是说你的代码有，可是你下面还可以再补充一下，哦，到底你认为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好，那这个部分呢，哦，我认为说这个过程呢，哦，应该是要跟这个居民审查是一样，都要公开透明。然后，那当然我也要问到说，如果现在哦，这医师不服哦，他的一个救济管道现在有没有用？那实际上，如果他们提出救济，然后实际上我们可以还给他点数吗？对，那现在的比如说刚刚讲说不到 3% 的一个就是点数的核酸，那你们到最后再还给医师，他们如果提出救济之后，你再还给医师的这样的比例又有多高？85%。其实这一部分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常常是这样，因为有些医生哈自己就被核酸了以后，他又不积极去申护，就像在那写的哈。那我自己那时候在当台南医院院长的时候，我自己就有一个态度，就是说，因为人家委员一定有他们的意见呐，那你一定要去沟通，那也就是好好写写你的道理的时候，那问题就是说被核酸的时候呢，那被核酸的部分的话，医院负担80%，那当事人负担20%，从他自己口袋里面去扣掉钱，他自己就会有感嘛，啊，所以他申护了以后过了就再回他。好，那其实我问这问题，我是希望说这个流程公开透明是一定要做的哦。那这个脚步也起要加快啦，那并且，哦，要加强跟医生之间的一个沟通。那最后因为之前这个重复用药核酸的一个问题哦，就是这个云端的药力系统的一个运作，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个不便的地方哦。那之前呢，其实很多药师跟医师都有反映。那我们先前办公室也有帮这个就是药师工会跟健保署这边开过协调。会哦，那当时候我们健保署从善如流，我们已经把这个时间哦，就是核扣这时间改到明年再来实施。好，但是当时候我们有提出3项建议，那希望健保署要来做一个研议哦。那当时候健保署也有承诺说会找药师工会一起来做一个讨论。好，那不知道到现在有没有一些进度了？
再努力，因为我们先把这个部分是先延后嘛，哈。是。那细节的部分就是我们再讨论一下细节。因为时间也不多，如果是明年要实施的话，还剩下半年的时间哦。那也请我们健保署这边尽快找药师工会来做一些讨论。好，谢谢，谢谢。好，谢谢洪慈庸委员。接下来我们请吴玉琴委员。哎，主席，我请林部长。委员好。哎，部长好哈。我最近本席也非常关注有关肝病的议题哈，因为肝病是台湾国病哈。那过去其实卫生系统其实对我们 B 肝已经应该算是说已经达到国际的水准哈，对于 B 肝的这个感染力或是这个控制都已经达到这个一定的水准哈。可是对 C 肝的一个盛行力，因为没有疫苗哈，那也在治疗的比例上面也不太高哈，所以 C 肝的这个潜在的患者大概约500,000了哈，这是学者的一个推估的一个数字啊。那因为对 C 肝的一个盛行的情况哈，就我从文献资料看到的。以云嘉南地区，而且是长者女性，是特别高，刚好是我的故乡哈，嘉义地区哈，非常的高哈。那这个可能是过去我们公共卫生不足，或是密医太多哈，都用注射都可能都没有消毒好哈，或是相关的这个卫生的没有做好这个防范的措施哈。那所以这个有公共卫生的一个议题，而且对于。云嘉南地区其实这个比例非常的高，可是我们好像没有非常明确的一个政策啊，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是不是政府这边要有更积极的一些作为或是这个措施？对，那这个C肝的预防了，或者是这些宣导哈，我们会持续加强。那C肝症比较特别就是它现在有新型的抗病毒药物出现，而且它的治愈率。几乎将近100%，好，所以这个部分呢，那当然现在很多人要关心这件事。那这个C肝因为药很贵，那在我们有限的资源里面，所以我个人觉得第一个就是C肝这些药呢，要跟药厂要好好的来沟通这个药价。第二个，今年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明年度总额预算里面，我们的编进去。那当然要看审查的结果怎么样，大家协商的结果，然后再来编这个排这个顺序。是我们政府有没有一个决心啊，就是对C肝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决心，而且有一个长期全面性的政策。因为我们虽然过去有这个慢性病毒的一个病毒性肝病的防治计划，这个到今年年底又告一段落。哦，可能第二期的又要拟定出来，但国家有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长期的政策？对，这个C肝因为没有疫苗了，所以它的就是看预防，还预防啊，然后再治疗。那这个治疗就我刚才提到的，现在这么好的药物，我们在有限的资源里面，我们把药价谈好，因为但是药价谈要就看这个药这个使用的量。那第二个就是跟专科学会也来排定这个顺序，我们的。每一年度用到的这个药费多少，我们排定到哪一个顺序，应当照这样的顺序来。那因为这些用的就可以 cure， 就是治愈。对、欸、对，所以它的其实它的投入是如果能治愈的话，后面的包括肝硬化跟肝癌，好，因为肝癌也是占我们癌症的第二位哈，也是非常高，后面的一个费用哈，健保的支出。一样是往后延而已，如果你前端没有治疗，后端还是要花这个钱，所以这个其实是要有一个整套的一个制度哈，尤其是我知道七月份我们即将有要召开肝病及肝炎防治委员会，那是不是可以从前端的预防好筛检是国健署的业务，好，那还有后端的治疗就健保署这边的业务哈，能不能整个全面性有一个政策啊？特别是 WHO 其实已经提出了一个2030年要根除哈这个病毒性肝炎的目标，他希望是2020年可以在新发生率可以下降30%哈，那2030年希望新发生率可以降到90%，好，那当然他还有治愈的目标，也都希望能够大幅的下降。这部分我不知道部里面有没有一个比较清楚，而且应该是说国家要有政策性的宣示，如果这个病是可治的，为什么
花时间或花经费来整个全盘的一个考量，因为就是一个长期的，不是说你今年做就好了，就是一个长期的预算编列，然后整个来消灭这个C 型肝炎的这个部分。我的了解应当有这个计划，那这个计划他提到七月份的这个会议来讨论。是，所以预算的部分刚刚可能部长一直提的是一个从健保会里面哈，可是我觉得可能也在寻求其他的裁员。如果国家这是一个国家重要的政策，可能也要一并去思考其他裁员的益助怎么样来加让这个肝病哈，因为肝病吸肝的一个防治，其实台湾落后其他国家非常多，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是我们应该要来做整个整体来做这个后续的推动跟注意的事情。好，谢谢委员。好，那另外有关今天的这个有关健保法的一个施行细则啊，那我知道说现在目前我政府在就有关健保的一个负担的部分哈，其实从102年哈二代健保之后到去年啊。因为跟主计总处的一个计算方式一直有一些认知上的差异啊，所以短缺了627亿哈。那预计是这四年哈，105年到108年要分年来编列哈，大概一年要编157亿左右了哈。这部分主计总处是没问题的吗？哦，没问题了哈。主计总处啊，钱编着等着哈，也不能再跳票哦哈。好。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知道我们健保的业务里面，如果现在大概有6000亿左右的个这个额度哈，那政府要负担36%，其实政府其实拿出来大概2160亿，如果出估了哈，其实政府负担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角色跟责任哈。那可是在这个情况下，因为这是法定规定的一个36%啊，那在施行细则上面我们去修订，尤其是去年年底才做这个施行细则的一个修订公告，那73条对于73条说回溯到104年1月1号生效，这个地方其实对我们都有一些疑虑的，这个疑虑是觉得干嘛年底公告，然后结果回溯1月1号开始，就觉得政府好像有点不太不应该做这样回溯的动作啊，所以当然也特别请主计总处做了一个计算哈，如果是不回溯哈，从105年开始啊来实施这个施行细则的话，大概主计总处的推估大概也要多116亿。这个部分如果是这样的话，主计总处这边是不是部长已经跟主计总处协调好这一部分的钱可以编得出来？对，这个部分主计长已经同意。哦，已经可以再回编这116亿。对对，116亿。好，是因为其实我们大家都有一些的共识哈，就是有关施行细则的部分，因为基于信赖保护的原则，还有健保财务稳定的一个考量哈，真的不应该回溯从104年1月1号生效了哈，所以我想我们希望能够让这个104年哈不要回溯，那让这个钱编足哈，那我们这个案子可以顺利的通过。好，谢谢。好，谢谢委员。谢谢。好，我们接下来是陈曼丽委员。好，谢谢主席。然后我想先请李署长，等一下再请林部长哦。先请李署长，因为我想要先问一下有关于这个健保的事情。李署长好，那个就是我们从你的那个过去在文章上面的发表，就是你对于那个改善健保财务是有很大的一个心得哈，所以呢也经常看到你在这一方面的论述。那我们当然就是说也看到了署长很关心一个东西，就是有关于洗肾跟换肾这样子的一个议题的一个状况，看起来就是说你是比较支持换肾啦哈。那当然就是说我们现在也把这个洗肾和换肾的这个做了一点比较哈，那其实很多的资料也是从署长您过去的资料里面提出来的哈，就是说如果是说我们洗肾，它目前它是在我们的健保的，就是说单一的疾病的支付里面，它算是最高的哈。那这样子高的一个状况，就表示说我们台湾洗肾的病人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好像就在国际上面，我们也是排名在很前面的哈。那如果是说我们洗肾的病人，其实我们跟他们一些的我自己对于洗肾的病人
比较开始有注意到的，其实是林杰良医师的那个时候的状况哈。所以我们知道是说，一般的病人来说的话，因为他如果不是有医学的背景，或者家人非常的有那个疼爱的心的话，很可能他的生活品质就会降得比较差。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洗肾的病人里面只有11%他是有工作的哈。那甚至就是说一周要洗3次，病人他才能够保持他的一个健康。所以事实上，如果是说我们能够洗肾和换肾的话，他的寿命大概会差个10年哈。那当然这个花费也是哈，就是差不多65万和11万之间的一个每年的花费，其实都还蛮高的。所以，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哈，就是说我们换肾的一个困难。好，就是说他因为台湾人可能对于这个大体的部分都不太愿意是有这样子破坏的状况，那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说有一年只能够有300件，但是我们带就是要等待的差不多有6000件，在这样情况下，我不知道就是说部长不是署长，你在这个部分你打算要怎么样的做，然后才能够让我们在这一方面的能够突破。好，其实说实在的，我做这个医生37年，我从住院医师第一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参与器官移植啊。那说实在，我看到很多病人真的是很可怜，因为就洗肾哦，再怎么样的话，其实不是一个人在洗肾，是一个家庭在洗肾。所以变成说，我一直觉得说，有人问我说，换肾跟洗肾好不好？其实刚刚你看那个数据，事实上都看得到的哈。那我就跟我病人会问我，我就跟他说，你看这病人更好不？假如说我笨笨的，我当然不会一辈子从事这个领域哈。那自己就是怎么去突破这个部分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说，当然我们都说是东方人的文化的背景了哈。那不过就是问题回过来讲，就是说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做政府的责任哦。所以在欧洲、在美国来讲，国家都已经知道说，这其实这种病人是只会越来越多，不可能越来越少。所以变成说，我们在很多制度方面的设计，我们要积极的协助哈。那这一阵子的时候，我想副总统跟部长都有在宣示说，我们要怎么去协助推动台湾的器官移植哈。那因为就是说这个部分的确是有时候需要人、需要钱呐。那过去来讲的话呢，我们的那个就是在捐赠的时候，一年大概是大概捐赠大概200个哈。那其实我那时候是说，我在捐器官捐赠登录中心董事长的时候，我说其实有没有这个登录中心都是一样，差不多那么多人。可是呢，现在目前就我们为了制度的一个平衡，但是在前年的时候，国家提供了一个叫舍得的概念哈。譬如说今天我走了，我捐赠去救别人。那未来，假如我太太或者我三亲等人需要的话，就可以优先选。所以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们的捐赠人数从前年的223增加到264个人啊，很明显的增加。那我是觉得说，这个就是我们未来留给我们子孙的，不是只有留财产。所以那个观念上的宣导反而是最重要的。对对。那因为我自己也会看到，就是说我们这一方面的教育其实也不太够哈。也许就是说我们要更长远的这种教育。那如果是说有一些的好的一些的做法的话，我相信各级的学校或者是说社会的人士哈，应该也可以来这一方面，就是说在宣导的时候帮一些的忙啊哈。之前的时候呢，在美国有一个女孩子叫伊丽莎白，她是到台湾来做 YMCA 志工，她发生车祸，她爸爸是那个在美国纽约是一个。对不起，因为我现在接下来要请我们的部长了，因为再讲伊丽莎白再讲下去的话，可能我们就会时间都用完了。对，因为我。部长好，对，我知道那个现在新上任哦，是事情真的是很多。那我对于那个最近的那个评鉴的医院评鉴，我知道部长也是把它当成一个重要的一个做法。那当然就是说我们过去会被大家的批评，就是说我们的医院因为就是常常要做很多的文书作业嘛，哈 ，paperwork 很多，所以呢基层也都很辛苦。因为很多的 paperwork 都是基层在做哈，然后呢，就是说有一些甚至有一些的造假的这个状况。那当然说我们卫福部要来做这个医院评鉴的一些的简化，当然是非常的赞成哈。那怎么样做啊？我想请问一下部长，你打算怎么做这个？那个目前就是往简化跟明确化，这那主轴呢就是病人安全跟医疗品质相关的才留下来。那其他的，如果卫福部也不要给各医院太多的任务，尤其医学中心。第三个呢，就是如果能够跟评核啦，或者督导考核这些可以合并的，就先合并。所以我已经指定了蔡次长，那把这些能够相关可以做的先整并完。那我们现在初步的方向都做好了，7月、8月就是，对不起。7月是跟那个各界来对话，然后8月要修这个新的这个评鉴的条文，明年就开始
地区院跟区院要适用新的这个简化跟明确化的条文。是，然后那个部长是有提到，就是要找一些的秘密课哈，就让我们那个评审委员呢，他就跟着病人一起去看病，然后从旁边做一些的观察。可是您认为就是说，评审委员会不会被认识吗？因为我以前也曾经看过一些的评审委员，他们的名单哈，在他还没有开始做，就是说要做评鉴的工作的时候，其实名单都已经出来了哈。那所以很多医院也都会认识这些人哈。那你认为这样子的秘密课，它真的是会有秘密的效果吗？这个大概是前天林哲南教授提说，他是自己用病人家属的那个角度去观察这件事了。那其实真正这个 tracer method 我们新的方法，就明年开始用的，就是用一个病人整个流程，他这个评鉴人跟着这流程来走，那发现哪里有问题，是这样的方式。那所以不一定有这个秘密课了。好，那我就是对那个评鉴的部分要简化哈，当然就是说我们是希望能够让那个纸本的部分能够减轻大家的负担嘛哈。那另外就是说，我们也希望那个评鉴的这个专业的人力哈和能力哈，能够把它建构起来。好，因为这个会影响到大家的一个公平性啊，或者说很多人会觉得很多的不同的想法哈。那另外呢，我想要针对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辐射食品的这个部分啊，当然就是说也说要到日本去考察嘛哈。可是你要到日本去考察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想知道一下，就是说我们的重点会是放在哪里？因为如果说我们只是跟着这个官方的安排的行程在走的话呢，很可能它就是被操控的哈。那我不知道，就是说我们在考察的时候，会不会邀请民间的团体去一起共行哈？还有关心这个议题的团体，或者说我们会不会到日本去看他们的这个民间的一些的团体哈，也能够听听一些的团体的声音。那另外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复原，还有就后来的这考核，我们打算是怎么样的一个使用这些资料呢？目前到日本考的辐射食品还没有这个计划。那刚才我们提的这个建议非常好，如果需要其他的团体一起去也可以，这个我们再来，以后如果真的有这个计划的时候再来讨论。好，非常谢谢部长。谢谢陈曼丽委员。接下来是王玉明委员。谢谢主席，我们是不是有请部长请您部长。委员好，部长好。部长，今天我们讨论全民健保法施行细则哦，特别是其中的第45条跟73条哦。本席发现说，你们自己的这个健保会哦，其实意见很大，声音很大，而且呢还联名去抗议了卫福部，还史无前例到监察院，就是去检举你们违法。这个未来你可能会被监察院调查了。那所以今天我们是有一个机会在这边讨论哦，本席也很想跟部长讨论，因为就本席了解，过去你们健保法，你们在算你们政府应负担的金额，过去健保实施20年以来，你们是没有做过这样子的一个改变的，就是原来你政府去补助这一些中低收入，补助儿少的，你们这些经费是从来没有算在政府的负担里面的，那你怎么会现在呢？就是要把它整个改过来呢，要把它纳入计算。是，报告员，这个应当不是现在，是这两年就一直在研议，跟卫福部跟这个主计处呢，我们中间有一直讨论，所以在去年事实上也是这个大家协商为这个。主计总数认定我们的计算方式是同意我们的计算方式，但是它分年编列，所以从去年开始，那然后把这个新的9项跟健保会相关的社福，把它列入这个计算标准里面，那所以是去年12月公布的。对啊，但是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健保会这些委员的声音，你们都没有听见吗？他们反弹的声音其实蛮大的啊，他们也拜会各党团啊，也到我们国民党党团来啊。所以今天我想这个招委才会排这样一个案子嘛，希望说大家可以在委员会里面有一个充分的沟通跟讨论嘛。那大家不解的就是说，为什么过去是没有这样计算？健保实施20年来，一代健保也没有这样子计算，一代没有，对啊，二代，这个二代开始，对啊，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转变？是不是你们钱不够了？
政府没钱了，这个需要这样子扩大去解释，就是说政府这个的36%，这个能凑多少算多少，是这样吗？这个是去年就公告了，不是现在才要讨论的。我知道啊，但是现在立法院已经把这个备查案改为审查嘛，所以我们现在才要讨论。好，我跟你就你们的正当性，或者是说你说你的困难好了，到底在哪里？这个是钱不够用吗？那36%就是。你们一定要找一些钱来凑一下这个。现在是其实就是把这9项跟健保会补助相关的列入而已。那这9项事实上都是政府的实质负担，所以是能够跟我知道了。我的问题是说，为什么过去不算，现在要算？以前实施20年来就没有把这一些算入这个额度嘛？你现在改变的理由是什么了？我问的是这个问题，就是不是钱不够嘛？就老实讲嘛。政府财政困难，所以被逼的。钱不够，我不知道，因为这是主计总处的事。那主计总处上来，是主计总处逼着卫福部要这样算的，是不是？还是卫福部钱不够，必须这样子凑一凑数？因为这个差的是72亿啊。过去健保实施20年来，其实也没有这样子的算法。为什么近2年这个声浪会起来，而现在就是要这样子算？包委员，这个部分是因为102年那个时候实施二代健保以后才增加的一个条文，因为多付了2%，所以你觉得钱不够是这样子吗？不是，本来是没有一个政府负担下限的一个计算，那是因为102年实施二代健保的时候呢，才开始有增加了这个条文。那政府所以你们达不到这个下限嘛，对不对？不是，那因为为了要计算这个下限的时候，因为条文上哦，它的这个计算方式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是就是达不到嘛。本席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要问的，就是说这9大项目里面呢，还有2项都是来自于基金哦，一个是救保基金哦，一个是来自于烟害防治及卫生保健基金，这个是基金预算，它不是独立的自有裁员嘛，这个也可以整个南瓜算进来哦。这是怎么个算法？救保的部分我们是计算政府补助的那一块而已，那个基金的部分是来自于纾困基金，纾困基金它是由政府编列预算成立的，所以它的裁员是来自于政府预算，所以你们就是通通要扩大解释就对了。也不是扩大解释，因为健保法第三条，以前没有，现在有的就是扩大解释嘛。不是，是因为以前没有考量到说还有其他法律上政府所负担的保险，好了，就是健保费，你们现在今天政府的预算钱不够了啦，就坦白讲你们的答案啊，这个我想这个健保会的成员大家的意见声音这么大，觉得你们这样的改变的理由其实是不够充分的啦，就是硬要这样子算了。另外一个更离谱的是，你还溯及既往，你的73条是自己修一修之后呢，然后就说除了第45条自中华民国104年1月1日施行外，自发布日施行，就这么的特别自行量身定做的条款，这样子对吗？有关追溯，这是你们的意见还是卫福部的意见？没有，那个溯及既往这个部分呢，主要是因为考量到说这个施行细则里头健保的计算是按年结算的部分，而且因为这个部分的确，我们有哪一个法令是可以这样子定的？就是你本来法令还没有通过之前，那就是你的责任应该要缴的，哪有在这个法令之后自己量身定做说，我还可以回溯，反正我就是赶在年底通过，然后我那个从1月1号可以开始计算就适用。有这样子吗？因为他这个部分这种溯及既往，过去有这样子吗？因为这个你不缴的话，雇主跟民众就要多缴啊。溯及既往在法制上的部分，卫福部先前也有研议过它的适法性，是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你们彻彻底底这个就是为自己量身定做的条款嘛？难怪健保会的成员会看不下去，还要到监察院去控告你们。我觉得任何的法条，政府可以坦白的讲，你真正的困难跟原因是什么？但是不要用硬凹的方式，就是健保会委员他们提出的这一些质疑跟挑战，都是有他的道理在的。那你就坦白嘛，坦白从宽呢，就说我真的是财政非常非常的困难，可不可以大家在这一个理解上面，让我们可以做适度的调整，让政府的财政呢可以稍微喘息一下。你们如果愿意坦白从宽的话，我相信有些健保委员会的成员大家可以理解，大家共体时间。但你们不是啊，你们又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明明就是自己量身打造的条款，然后又说不是哦。所以呢，本席的意见是觉得这个有关于4573哦，应该是要退回去了，就是应该是要退回去，就是不应该是这样。那除非你们承认说你们真的是在财务上有很大的困难，非得这样子做不可。
不然我们的这个健保政府负担的部分，我们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法定的这个比例的。我觉得你们要诚实的跟人民交代哦。好，先请回。接下来呢，本席要问的就是刚刚有委员提到的有关于日本核灾食品的部分哦。我不晓得这个是不是打算又要开放日本核灾食品到台湾来了？因为我们的驻日代表呢，他有一个习惯，他都会代为事先预告跟这个预知啊。我不晓得部长有没有听到我们驻日代表，我们谢代表谢大使，他其实已经预告了年底日本的核灾食品要开放，这是不是表示说他已经跟日方达成某种的默契，然后？把卫福部架空，我管你卫福部食药署的意见是什么，我驻日代表跟日方说了算，谈判在先，你们的专业意见在后，有没有这样的情况？那报告委员，目前本部完全没有日本辐射食品进口的这个，你们没接到指示嘛？没有接到，也没有这个时间表。对啊，但是驻日代表已经宣告了、他已经开始在告知大家说，这个年底可能就可以顺利的开放来台。這個、那你们是不是完全卫福部被架空？我们的驻日代表权力无限大，不用先征询你们的一些专业意见，所以每次问到你，问到我们食药署署长，都说你们毫无所悉。但是呢，我们的驻日代表呢，看起来胸有成竹，甚至可以自行对外宣告，这个是不对的。今天把关食品的安全是我们卫福部的职责，即使他是一个驻日代表，他应该要先征询你们对于这整个议题的意见跟看法，还有你们必要的风险评估，这是你们专业职责之所在。架空专业进行去做政治谈判，然后就跟日本谈好条件，然后他就宣告了，然后就一定要往这样的方向走，这是不对的。食品安全不可以用政治谈判，食品安全是要用专业来做最重要的一个评估跟考量。所以这件事情，我希望卫福部要有立场。如果不是经由你们的一个很专业的风险评估，不可以是由一个驻日代表就任意的跟日本进行所谓的政治利益的交换或谈判，甚至是由他来做宣告，这个是不正确的。当时所有日本核灾食品的讨论都是在本委员会，而当时要做更严制的管制，也是本委员会。委员会的委员在委员会做出的决议，由卫福部遵行的那个顺序不要倒过来啊！他不可能上面他自己先定的方向，然后你们是后面再去呼应他说啊，既然要开放，所以就说是安全，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人民的食品安全其实是卫福部的责任，你们的把关是最重要的，好不好？好，好，谢谢。好，好，谢谢王委员。接下来是蒋万安蒋委员。谢谢主席，是不是可以请林部长？林部长请。委员好，部长好。今天我们这个在看这个全民健保法施行细则啊，那主要比较争议的第45条、73条、的部分，我想简单的就是说，我想第45条主要是卫福部这一次啊，透过行政命令实质大概变更政府负担这个。健保的这个负担比率啊、所以也就是说原本的9大这个补助项目把它全部纳入到这36%里面啊，那民众会质疑的是说，那原本在36%原本的补助项目也被排挤到，那这部分会不会造成这样的情况？我请社保司长。是，司长请。委员好。其实那个只是一个计算方式的差异了哈，对民众来讲的权益是没有影响，因为我们在服务面并没有因此受到任何影响。但是在计算整个保险保费的一个进出的时候，这样的计算当然会有一些经费进出的差异，但对民众而言，我们在服务面并没有因此受影响。因为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政府负担啊，这个估算原本这9大项目的补助哦、会让。这个短少72亿哦，那把这72亿全部纳成原本政府应该负担的总费用哦，总经费这36%哦，那原本36%这个可能有一些应该补助的项目一定会被压缩嘛，所以这部分司长
你说是其实民众的权益是没有受影响吗？应该这样讲，就是我们每一年健保的给付提供要服务多少，我们都通过总额制度来做一个制定，所以每一年我们要提供多少的 budget 给民众去做服务，那个会透过协商的程序，有一定的程序来进行。那他在收支面就是说，但因为目前健保的财务还算非常健全，所以在健保财务健全的状态之下，我们的支出面基本上并不会因此受到影响。好，那我想现在啊，这个因为整个社会人口老化，医疗成本的支出增加啊，所以我不知道说卫福部这边有没有实际精算过。当然现在我们整个健保这个还算充裕啦啊，但是未来到这个哪一年的时候，有可能会造成支出的这个收支逆差。这部分我不知道说卫部有没有掌握这样的一个数据。实际是健保署这边其实持续都在做财务的评估啊，因为这财估是健保非常重要的一块。那依照财估来讲，以目前的各种估算条件来看，可能到了109年的健保财务可能会出现需要调整费率的状况。那当然健保费率的调整其实应该是一个常态了，因为整个医疗体系来讲，我们一般来讲我们的医疗支出是会比收入来的成长来得快啊，所以每过几年健保其实都会面临需要调费率这样的压力。不过这一段期间已经算是健保开办以来算是财务比较稳健的一段期间，所以依照目前的估算，当然财估有很多的条件的差异会影响最终的结果。是不是可以请李署长来说明一下？这个因为根据健保署的这个估算啊，这个以现行大概4.91%的这个费率计算啊，可能到2017年的时候会产生逆差。那2019年的时候，安全准备金啊会降至3个月以下。所以这个我们的这个现在的主席长朱主席长，其实他之前也提到，就是说要调高这个健保费率哦，是就未来一定会调涨了哦，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所以署长，我不知道说现在的一个规划是什么哦。好，其实我是觉得这样，因为站在整个国家的一个经济状况的时候，那我们一定要尽量量入为出啊。好，因为的确就是说你要增加保费，对人民来讲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哦。那我现在所能想的就是说，我一定会尽量让我们的医界大家把不必要的医疗浪费能够控制。然后我们也是希望民众能够知道说，有一些就医行为自己又要调整，因为大家就是在这样。那如果今天这信息的过了啊，这个照了卫部这样的一个决定啊，可是我们发现啊，原本的补助短少72亿这一部分，那更加重说可能未来会不会这个必须要调整这个全民的健保费率？当然，只要按照这样的一个制度一个算法下去，就是说，譬如说烟监本来是7%嘛，现在变成5%嘛，啊，对，50%。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过程下，必然会对目前健保的一个财务来讲会有一点影响。可是目前我们知道它的一个安全准备基金还是有一个数目制的，啊，哈。只是说我是觉得是看要看远的，啊，我们自己来讲的话，就是说一定要尽量控制，嘿。对，因为这个朱主席长之前他说，这个未来一定会调整。如果说现在先把它调降，那之后调涨这个时间点把它拉前，哦，不然的话，我们现在维持，然后之后调涨只是迟早的事情，只是把它延后而已了。所以我想不知道说卫福部这边的态度是有没有计划说先调降，然后提早把它调涨，还是说我们维持现在，之后把这个时间点往后延，之后再把它调涨这个费率？这个曾经，这个各种方式都拿出来讨论过了，但是没有定案。好，好，那接下来我想这个请教部长啊，因为刚好最近有一位脑癌的一个患者啊，这个民众来陈情哦，因为他申请这个癌症药物的补助啊，可是当然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癌症药物的事前审查的程序啊，就是说医师机构提出审查申请，然后健保署这边呢，会有两位的审核医师啊来审查，那之后如果都不同意，可以提起申复啊。结果我就很有兴趣，我去调了一些数据啊，结果我发现，其实我们这个申复的成功比例啊，反而非常高，都有60%的比例。也就是说，今天一个癌症患者，他需要使用这个癌症药物的时候，他要先去事前审查。那事前审查的时候，如果被拒绝了，提起申复。可是我们看到申复的成功比例都超过60%多，所以不知道说部长这个
我们在前面事前审查、哦、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会在申付的时候反而让他可以得到这样的补助，因为我发现数据都超过六成，这边是不是部长或署长可以做一个说明？好，来请那个好好一公，请那个司长。司长好。报告委员，据我所了解，其实这一类像事前审查的案例，有不少案例，其实他之所以在第一次审查可能会被不同意，有时候跟他准备的资料有关，因为有些时候他准备的资料不齐全，或者在专审的时候需要看到的东西没有办法备齐，所以可能有时候第一次就没有被同意。但是很快的，只要把相关的资料备齐之后，审查医师都觉得合理，就会同意。这我想是一个申付成功比例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资料的充足性。对，所以这边啊，是不是可以提出一个建议，就是说当我们这些审查医师审查人员在做审核的时候、啊、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既定的格式的规范，一个统一的标准，而不是说哎，这个没有一定标准、啊、可能临时说希望主治医师提供、啊、临时多加一份资料一份文件、啊、甚至这个在审核医师他们在做这个判定记载理由方面的规范是不是可以更严谨、啊、因为像我处理这个个案的情形、啊、他们发现在审查这个第一阶段事前审查，这医师他记载的驳回的理由只写了两三句而已，哦，那所以这部分我要求，哦，是不是可以在要求他们在记载这个驳回的理由的方面可以更严谨，就像相当于法院的判决一样，哦，不然会让这个申请医师或病患无所适从。这一部分部长是不是可以要求？这个就跟前面几位人提到的这个健保的专业审查那个部分，我们一并来检讨。那另外、啊、其实我也提一个建议很重要，就是说对于每一次这个核三的判决报告、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建一个资料库、啊、把这些当然相关的各资的要隐蔽的我们把这个隐蔽起来，可是把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判决还有相关的理由把它上传到一个资料库，供给所有的这些医师从业人员、啊、他们做一个参考，这样子也可以避免他们之后、啊、提出这样事件申请的时候可以、重复开具不必要的这个处方或检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不是卫生部可以来做？好，委员的建议我们来努力。Okay、好，我希望是能够真的能够去这样做、哦、因为这个是我想不仅可以减少这个好像申付比例啊这样的一个救济的 程序之外，其实也可以让所有医生人员可以根据这些审查这些很宝贵的资料、哦、能够都来做参考，好不好？所以我希望署长能够承诺、哦、这个一定要来做上传到资料库上面。就是书里面是规划七八月的时候，那个宽频会频宽会变好、哦、所以就是很多资料的那个就是 VPN 的系统会弄好，所以这样未来对整个医疗专业人员在看利用这个网页的话，所以署长七月份的时候我会再来检视一次啊，下个会期我会要求哦署里能够做到这个事情。OK， 好，谢谢，好，谢谢委员，谢谢蒋委员。那接下来是李彦秀委员，那李彦秀委员发言完之后，我们休息五分钟。请林部长，请林部长，以及李署长，李署长，委员好，部长说，我想接续一下我刚刚王玉明委员问的这个日本东北的这个辐射的食品检验状况。我们近期您上任之后，卫福部有同仁到日本去了解整个日本辐射东北的整个食品状况，有派人去吗？做。我的了解从520到现在，不是你的了解，520到现在到底有没有？520到现在我的了解是没有，完全没有。我所知道的是没有。你清楚掌握了状况吗？完全没有，确实没有。是你今天的讲话是录音的。对，我了解的部分是没有。好，所以就是媒体的报道错误，要不然就是我们驻日代表谢长廷讲错咯。因为他讲的是近期，我们已经卫福部已经派人到日本了解食品的检测状况，预计年底解禁日本的这个食品输出。哦，要不就是媒体报道错了，要不就是你了解错了，我可以这么说吗？就我所知，应当是没有。好，就你说，那就是我希望，诚如刚才王玉明委员讲的，哦，我认为未来我不知道会不会开放啊。哦，
但是我认为你应该是站在第一线专业的立场，告诉林权院长这件事情我说了算，我是专业的考量，应该尊重你卫福部的意见，而不是外交部跟我们的驻日代表在背后指导你，拿国人健康的利益摆在第二位。这个是我再一次提醒你，我也给你最后最大的支持，要求你专业的立场要在第一线发声，否则你就愧对你坐这个位置。哦，好，部长，我想回到我今天 我主要的质询的议题。哦，前几位委员刚才都有提到健保总额的部分，那我们知道每一年在审健保总额的部分其实压力都非常的大。哦，这个健保总额的审查制度实施二十多年来，你过去也在卫福部待过，你也在医界待过。哦，你觉得满意吗？你未来要怎么改？因为从媒体上的报道，你觉得我有看到你觉得不满意，你也打算争议很多，要全面检讨。你快速的哪几点是你觉得应该要改的？是审查制度还是健保的整个审查制度？当然包括匿名的部分。哦，okay， 好，它里面包含很多，你只要大概你哪几项，哪几大项你觉得应该要改？好，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居民。公开居名的部分呢，啊？那这个部分我们调查两部分，就是审查意识的部分。第二个部分调查被审查意识的部分，可能需要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已经初步有结果，但是全部完大概两三个礼拜。如果大部分都支持要居名，我们就用居名。那如果差不多 40% 要居名，我们就分。所以未来匿名审查的制度是势必要调整的。这个就看我们调查的结果。好，这是你打算第一个 要修正。好，第二个呢？第二件事呢，我是前天就到健保署，希望健保署脱胎换骨，就是以把民众、把医界当作我们的伙伴关系，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所以要多沟通。第三个呢，就是要把这个不要这个审查制度，不要给这个审查医师做任何的行政指导。要你减百分之几，或者从 A 变成 B， 这些基本的行政指导先拿掉。接着我们这个是不是要放大核推的这个比例呢？这个说从源头来开始做检讨。部长，是我支持你这样子的做法，我也认同你这样的做法。这是过去在总额的审查之下，其实有很多的困扰。我也相信李署长是事实上是在这个部分也非常专业，了解基层的声音。所以部长你刚才讲了，我就看你怎么去落实。因为在匿名不 跟不匿名之间，未来完全公开我也支持，但是会不会有医生有压力，它确实也是一个困扰。哦，在核删的部分其实有分两个部分，一个是专业的审查，一个是行政核删的部分。我想刚才几位委员在我前面都已经有讨论过，行政核删就是一个电脑的 run， 它争议事实上并不大。在专业审查的部分，哦，我特别要提，哦，有两个分两个部分，专业审查的部分，委员的部分分为两个部分。您刚才提到就是说未来有可能如果大家同意的话，那我们就公开核删为什么这个我是医师，我为什么删掉？我是委员之一，我为什么删掉这个部分？理由在哪里？大家坐这个位置，我就公开透明的把我删除的理由说清楚。这也是医界未来公开透明的一个方法，我也支持。哦，但是在我们现在委员的审核的名单，到底这些委员是如何出来？当然有一部分，有一半目前是民间团体。全联会、医师工会大家推荐出来，另外有一半是我们的卫福部包括健保署所推荐出来的名单，另外一半是专科医学会。专科医学会，对，完全是专科医学会。对，所以我们这个制度，部长、署长，你觉得目前的另外这一半，哦，你们审核，你刚刚讲专科医学会，你的我希望部长，我们现在建立的制度，而不是在只有这四年建立的制度，而是未来卫福部长长久久可以依循的制度。所以你认为这个专科医学会，你的 SOP 的审查的标准，就是让他进来的标准是什么？够不够严谨？够不够完整？那因为其实医疗的跨领域也非常的多，我应该说也是像隔行如隔山。哦，所以有时候在跨区域的医疗审核当中，会不会有
不应该讲不专业，就是在判断上可能也是会有一些落差在。对，最近的这个审查医师的这个标准，我们看几张边让几张图片，比那个健保时代确实松很多了，就是五年就可以了。劳保时代几乎就是要在台北来审，都大医院的教授级才会当审查医师。那这个部分呢，我们现在正在部长，我希望你接下来你另外那一半健保署，你刚才讲的医学会那一部分，它的领域够不够？哦，我们要不要扩大？或者是你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有必要要重新再去做定位。我今天会讲这件事情，那也就是代表医界也有不同的声音跟批判。我们既然要公开透明，我们既然希望我们全面兼顾，我们希望跨领域的我们也都能兼顾到。第一，我希望就是 你的标准，你这二分之至少健保署这推荐出来的二分之一的标准如何产生，我们定出一套标准出来。我们各领域都应该要有，然后至少我们立即健保署出来的名单当中， 我认为应该是公开，因为我不知道你后面结果到底 到最后到底这些名单到底会公开还是不公开，但是我认为我至少健保署出来的名单，我希望我鼓励你们，你们下公开名单我才愿意找你们哦，否则就会像我们现在很多的状况发生，医界很多的状况发生，核三的必要其实文不对题，状况百出，这个是很离谱的错误。包括这个有一位医师被健保扣167万，到最后这个申复之后是被扣30万，这个真的是很离谱，这个是会让很多医界的同仁会觉得心里很难过，到底卫福部在做什么，到底这些委员到底足不足够，有没有专业性来去批判我，到底我开的单子，这个会让医界很灰心。所以我今天透过这个质询，我有重点有三个诉求哦。第一个我要问说，未来如果是核三错误的话，是健保署负责还是审查医师负责？你要说清楚，你要说清楚。我希望等一下你直接回复我。另外一个就是公开的具名机制，至少健保署要开始做。然后未来包括现行的，如果有一些委员其实在专业性上，或者在能力上，或在跨领域上，事实上是需要再加强的哦。我们如何去做培训教育？然后这些委员退场的机制，如果整个卫福部都觉得不适合，我不去指任何人，但是他们退场的机制是什么？我不希望因为这些审核的委员的，我讲，对于跨领域的不熟悉、不了解，而产生医界的很多争议。我们希望陈你刚才讲的是大家都是伙伴关系，把医界相关的问题处理好，站在这个立足点上来去处理健保委员的问题，包括审查的机制、培训的机制、退场的机制，好不好？好。那未来错误到底是健保署负责，当然是健保署。健保署。好，那包括刚才蒋万安委员，我看到那个申复成功的名单，他刚才在癌症居然超过五成以上，我觉得这件事情都是蛮离谱的，这个要注意一下。好，好，谢谢委员。好，谢谢李委员。那我们先休息五分钟。12点以前要执行完，很有点难，还是要努力。没时间，就刚刚说没时间，我们就不处理。因为下午还要去，那就是我每次都排好。对，就把这个事情决议一定要处理。对对，决议一定要处理，这个事情不解决。哎，对啊，提案看能不能下一次。变卦了，那我先跟大家处理好。对啊，刚好我打雷花眼的情况。所有人回来啊。阿姨，有登记花园嘞。有登记花园应该还等来对吧？对啊，应该先等。嘿嘿嘿嘿嘿，我叫你等，等来处理。不然这两天被那个外劳，那个中介给。惹得很火，那一定的呢。
不好意思，各位委员还有我们官员啊，因为今天下午还有其他行程啊，所以我们时间就比较紧一点啊，所以我们就休息时间到了，我们就来继续进行我们今天的会议啊。那我们是不是请啊？好，那我们接下来是黄秀芳黄委员质询，来请。主席，我们是不是先请一下部长？好，林部长，请。委员好。部长好。部长，从早上到现在其实蛮多委员针对我们健保核三的部分大家都蛮有意见的那本人在前几天也有接到，就是我们基层诊所的医师的陈情就是说他有配合我们健保署的一个。安宁居家照护的一个示范计划，那就是说我们那个示范的整个这个内容就是说我们的医师或护理师每个礼拜至少要到病家去探视嘛那这样子连续也几个月了结果他说他在这个护理师把这个资料送上去之后，然后被核三了就是访视费的时候。这个访视费是全部都没有给，或者是一次只有给护理师那像这样子的话，其实我觉得说对最基层的医师是很不尊重因为他们也都是利用时间过去访视，那竟然连这个访视费都没有。我不知道说我们健保署一方面又要照顾我们的病人，那拜托医师去做这样的一个访视的一个动作，那一方面你们又不给访视费那这样子我们的医疗怎么做得好？好，部长，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健保署回应？对，因为像这种东西就是让人说，假如是说在行政审查，本来就是应该要给付的，那问题就是说那委员他可能不太懂，他把他。不被人把它核删掉，那是我们需要改善的。那个委员是都医师还是？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有一些那个，我不知道那项目是属于行政审查或是专业审查。对，因为只要行政审查，它直接在电脑上面就会看到说这个是不是符合那个资格，他会做一个判断。是，那假如说专业的话呢，那就变成说我们就是要给那个专业医师看过那我说实话，我也不太清楚那一部分是属于行政或专业，我马上就会跟您了解是，跟您报告。那既然就是说你们在那个合约的内容上面就有说每个礼拜。就是至少要一次去访视，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至少就是医师跟护理师你至少要给他访视费吧。那我想这当然的，因为毕竟就是说其实是个我们居家护理，就是我们自己整个一条线嘛那个病人或他们的家人在家里面，他们没有办法没有足够自信去照顾，让我们医疗团体过去看他们其实给他们安心，就让他们不必跑到医院里面去住院其实有很多都是靠基层的医师去去访视的大医院的医师有很多他是不愿意这样做的所以我们的这个部分居家安宁的这个部分，我也希望说我们健保署针对这个部分真的要尊重基层的医师他们的付出的辛劳那这个访视费的部分真的不要这样删得那么凶如果万一你们删得那么凶的话，这些基层医师不配合的话，其实也是造成你们的困扰。我觉得这个想法跟委员的想法一样，其实这个东西是有做的事情本来就应该要给，就是要给啦，这不是说在省钱的问题是，好，谢谢署长另外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最近的这个报章媒体上面有报道，就是说我们这个卫福部这边有可能课健康捐那我们的组长也有特别提到说目前在研拟当中就是针对我们现在国内有很多手摇饮料店含糖饮料那可能造成国人的肥胖，那这个肥胖是逐年这个比例是逐年在增加当中那在其他国家有部分的国家现在有部分是已经有课这个含糖饮料的这个这个税那这个整个课税的可能也会引起一部分的反弹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部长，针对这个部分，我们是真的有在研拟吗？就是课含糖饮料的税。关于高热量或者含糖饮料的健康健康捐那目前国内是没有共识那我们会观察国际的这个经验来做修正，但是首先要做的就是对这个食品广告，那我们要适度规划，尤其对于儿童的部分，我们要更加的严谨。
那目前的成效是怎样？成效应当我的了解以前这个上一个会上届的立法院应当通过这个对儿童的规范，这个广告的规范更加严谨。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但是应当是会有效果的，而且在校园附近的这些便利商店呢、啊，哈，这效果应当要出来才对。是，所以刚刚部长您有讲到，就是说健康捐的这个部分是目前还没有这样子的，还没有共识，还没有共识嘛，哈。那还没有共识，要不要课？要不要课这个健康捐？跟有没有共识，或者是之前我在这个媒体上面看到是说这个比例，好，就是课的这个比例哈，金额跟它的比例是缺乏共识的哈。那这样子课的金额跟比例缺乏共识，跟要不要课是两回事了哈。所以我也希望部长哈，在还没有确定就是整个大家整个国人跟我们的整个政府还没有达到一个共识之前哈，我是认为说不要随便去。去发布一个消息，尤其是健康捐，这个可能也会造成一般民众觉得我喝饮料是一种小确幸，那你又要不要课这个健康捐？那这个当然就是你课健康捐之后，它是会加注在消费者身上，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在国人还没有一个共识之前，或者是说你们一方面也要做一个宣传，虽然就是说喝含糖饮料可能对健康会有所影响，可能造成肥胖或者是一些慢性疾病。那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我们这个部长，就是你们有没有针对就是说这个肥胖然后造成我们的健保付出的这个比例到底有多少？好，健保的资料直接跟肥胖就医的人数是6万到7万人，那医疗费用大概2亿到3亿，但是因为肥胖跟它间接相关的，包括中风啦、心血管、内分泌疾病等等，那这个部分我目前是没有这个比较详细的资料，不过直接的肥胖人数是这样。好，所以好我。本席再次就是也要拜托我们部长了哈，就是说，因为现在整个经济状况也不是那么好，那如果说我们随随便便发布一个消息的话，这个会让大家有点恐慌了哈。所以尤其在前几天，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报章杂志上面这个媒体上面发布，就是说我们在研拟这个健康捐，我也吓一跳，我觉得说这个可能会对国人会有蛮大的影响，我请同仁注意。对对对，所以在没有共识之前，我认为说我们这个卫福部这边真的要非常的小心，这个是请我们这个部长这边要特别注意。另外就是说我们这个刚刚有讲到，就是我们在1月1号有公布的，就是不适合儿童长期食用的食品广告，还有促销管理办法哈。这个刚刚部长也有提到嘛，好，那因为现在有很多小朋友就是肥胖的这种也是蛮多的哈，就是说针对一些可能会造成含糖饮料也好，或者是素食哈、素食油炸的东西之前有一些素食店，他可能又会利用一些玩具，然后吸引小朋友购买嘛哈。那类似这样子的状况，我们也希望说，卫福部针对这个部分也要有所管制，那有所注意。那以上也拜托哈。那再来就是说刚刚本席提到的这个健保署的这个部分，好，没关系，署长你不用再上来了。健保署的这个部分哈，因为医师还有我们所有的诊所哈，真的是。在基层服务真的是还蛮辛苦的，所以针对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让尊重医师，尊重他们的专业啦，不要说因为我们健保这个健保可能这个经费可能是很拮据，所以你们就能删就删，可是我觉得这样是不好啦，所以请我们的健保署这边也要特别注意。以上。好，谢谢委员。好，谢谢黄委员。那接下来是钟孔昭钟委员。好，那请部长谢谢主席。请林部长。委员好。部长好。看昨天的报纸还特别说医疗的评鉴的一个改革的项目，是民进党上阵以来三大重要政绩之一啊。
也就是说对于医疗的评鉴做行政上的改革，让医院的医师回归对他主体的本业。是，这应该给你一个掌声了。最起码上任不到一个月，我们做出了这些的医疗评鉴的一个改革。这一个改革是我们林靖怡林委员他一直持续在坚持的。所以你们也要特别感谢林靖怡给你们旁边的督促了一年多的之前的蒋部长。好，谢谢林委员。但是后面的落实执行是在你们的。所以还是要给你们，该给你们鼓励的还是要给你们鼓励的。但是你们要给我们林委员也一个掌声哦，拜托你。好，我们今天在特别在审查73跟我们的所谓的45条。那45条包括之前我看其他委员大概也特别提到了哈，因为45条当时就是因为从104年提出来的时候，啊，当然这两年的过程当中，啊，也希望能够回溯到104年，啊，也就是把原来的九项项目，啊，原来是中央政府各自负担的部分回归到健保，啊，用我们的健保的依据我们的36条，从33%纳进36%，收支那个总 total 数了哈。那相对的就有不同的意见看法，包括刚刚也有委员认为质疑这样会多增加的负担，健保多增加负担72%，会多增加72亿啊。那多增加的这一部分，他也问健保署啊，是不是准备好了？委员好，就是这个钱哦，目前当然是在目前来讲的话，整个作业还没有说造成影响了，但是未来必然是说会有一些影响，包括刚刚有提到像烟监的部分的话，跟以前的有就是七成嘛，现在变成50%，也都是会慢慢有影响。在整个健保的财务里面，当然是钱越多是越好啦。啊，不过就是说，当然是说我们在一定一个法律的程序里面去处理。当然钱越多越好，因为你是把原来的九项的项目回归到36条啊来做资应嘛，哈，能够透过那一个项目，但是当民间团体也有不同样的声音跟看法，我想当时我记得这个新闻呢还闹得很大哎，当时不只有社福团体在外面抗议，因为不尊重健保会的这些委员的相关意见嘛。所以刚刚王一鸣委员还特别说，部长，这个当时还有送到监察院去啊，所以你在执行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啊。他还特别提醒你啊，但是这个提醒是善意还是恶意，我不知道了。我对于这一部分73条，如果你对73既然是溯及既往，那这一部分。我想主计处应该也有人，主计处大概也不同意追溯溯及到104年吧，同意吗？啊？没关系，你这样回答就好了，不用走到这边来。按照原来104年这样回溯是吧？你上来还是要录音一下比较好了，嘿。所以那个溯及既往，但是相关的法律的条文的一个保留的一个原则，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你敢保证没有违反法相关的法律吗？不，这个我们要理清楚了，因为毕竟这个条文为后续大家有不同的意见看法哈。那社保师都只要可以有人回答我这个就好了。报告委员，当然在法律的见解上会有各种不同的看法，那有些看法是认为说。不应该要回溯，只是说我们也发现有一些案例里面，过去也曾经有一些规定哈，是有回溯的情形。那主
主计长同意你们回收。请他们请总经理上来好了，好，谢谢。这样比较快了，不然这样我们等一下审这个条文哈，如果要过不过，能够速度快一点。报告委员，原来在条文修正的时候，当然有经过讨论啦，有考量过说法制上是不是符合法制的一个程序。那那个时候有当然有考量到说健保的结算的时间，还有政府实质上负担是从年初就开始有哦。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就如同刚刚司长所讲的，其实就是法制上是有各有各的见解，但是原来提出来的时候的确是有考量过说法制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现在有是你们提的都法律上的一些的见解的部分哈。其实你们要去考量的，到时候会不会健保汇率会不会上升啊？保险支出会不会有减少的这一些，你们都有一些的想法跟配套了吗？如果全部拉进来。对了，因为我也是一直很压力很大，就是说因为当然照那个计算的公式的话。就只要收入面越减少的时候，将来的话，那个保险费的话，可能就会变成不够那个支出的时候是一个麻烦。不过我刚有跟委员报告说，其实我们自己来讲，我们就尽量努力量入为出啦，因为有一些不必要浪费来控制的时候，那当然既然是收入有一些影响的话，当然是支出的面要怎么去节省不必要浪费，这是我的目标。我期待的是说，不是说我们这边大家都说，那我量入为出啦，未来我收入减少，我的支出相对的，但是要怎么去落实执行，有没有相关的一个计划，你们总是要有给委员一些比较明确的未来的规划跟执行的计划目标。那这样你们对那一个财务的结构阿伯利亚另外卖给人公公减报也都减报也都答辩了，能当来每年都可以放消息说健保会倒，健保会倒，这样实际下去健保会倒啊，造成民心也惶惶，安尼蛮莫啊。哦，我想这一部分的话，是不是应该不？如果你说健保，刚刚你们讲健保又很充裕啊，这边既然又很充裕，又等一下又说健保会倒哦。那个充裕是指上一次就是有一个二代健保的时候有一些补充保卫，有一些补充保卫，所以现在比较充裕嘛。对啊，不过补充保卫现在你们也调整嘛，我今年的收入跟支出嘛，已经是负的，是因为收入可以了嘛。所以以后你们确定说健保不会倒了吧？另外，不然等一下再过两年，你们又说啊，这个东西比原来的政府的支出的社会福利的项目的支出回到这边，现在因为造成我的财务上的困难，会不会这样？那个报告委员哈，其实是今年的那个收入跟支出到目前来讲是负的，所以他们才会预测说，只要按照这样的一个。话一到109年会有一些财务的状况，所以我们必须要就是及早去做一个预备。所以我想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啦，但是要拿谁要拿钱拿谁的利益来还啦，就是这样啦。所以对于73、45条，当然大家有不同样意见见解，如果大多数的委员都同意。我也不会坚持我自己个人的一些不同的意见或看法，但是相对的那个9项来对啊，其中有2项从原来的基金里面去拨付啊，我是不是建议主席，待会这个条文的一些的修正的时候，是不是也让我看今天那个健保委员的滕委员也在嘛哈，是不是由滕委员跟健保？健保这部分，啊，卫福部这部分啊，私下先协商一下哈，作为我们待会的条文的临时的一个提案的一个修正的一个条文哈，也能够符合啊健保会的相关不同委员的意见呢、啊。我是不是做这个建议？是不是请主席能够做裁示？那我们就一并讨论执法的时候。好，另外最后一个。国卫医院当时高雄要希望有一个传染疾病中心这一部分哈、那当时蒋部长也同意哈、我不知道这个政策是不是有延续给林部长，会继续延续，继续延续、那继续延续的话，相关的规划，我希望林部长也能够继续落实执行了哈。好，谢谢，好，谢谢钟委员。
那接下来是林淑芬委员不在哈。那接下来是林静怡委员。谢谢。哎，请哪位？好，我们先请署长，部长，先请部长好了，先请部长。有一个比较单纯的事情，先麻烦部长一下哈，谢谢。谢谢委员。好，谢谢部长。大概六月以来哦，就已经有两起蛮重大的医院暴力事故哦，一位是被国长的药师，一位是也是被打了眼睛都黑青的护理师。好，那部长，我们在相关的医院暴力的部分，医疗暴力是不是有一个相关的法规在做规范？应当是已经列入公诉罪了。是，那不过我觉得事实上好像执行的还不够彻底，医院直接就可以，大部分的医院都提告了。那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来跟警政还有法政的单位，我们再来沟通一下，是不是马上警政一通报，马上就要警察就要到，是啊，或者当作现金化来处理的，这个部分可能需要再加强。我们卫福部这边现在是有在关心这个事情，对，有，因为我们根据医疗法24条哦，它如果说有保障，为了保障病人就医安全，不得以强暴、胁迫、恐吓或其他非法方式妨碍医疗业务之执行嘛？哈，那其他当然还有两个要求，一个是医疗单机构要采必要措施，要保障他的医师人员执行他的这个业务安全。哈，那另外一个部分，如果说好违法的话，警察机关应协助排除或制止，如果涉及刑事责任要移送。那我们卫福部这边会有一些，比方说一些指引的部分，让医院在这个部分比较容易执行吗？因为其实就我的理解哦，我到最近这段时间都还有医疗人员跟我反映说，他们觉得医院暴力要有刑责。我说已经是之前就修正过，是公诉了哦。可见在医院单位或者是第一线的医疗人员，他们其实是并不清楚这个修法的。其实这个部分本来就列入医院评鉴的条文之内啊，对，可是医院评鉴我们现在要简化和明确化嘛，是。可是相关这个病人安全的，也包括医护人员安全的，我想这个条文说不定要保留了哈，应当所以这个我们这个相关修正的时候注意一下，或者是说部长这样说吧，您刚刚说他有列入医院评鉴嘛，可是他有列入医院评鉴，大概我理解大概条文上就会写说有啊，我们医院有跟有请保全啊，然后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是某那个警察局的分局是负责单位，大概通常这样评鉴就可以解决。可见我想的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比较类似的一些相关的指引是不是可以直接提出来，譬如说哪些行为已经涉及这个滋扰。好，所以医院里面譬如说看到说像上次那几个案子已经出现了直接肢体上的行为，或某些言语上已经打恐吓的状况的时候，医院要有一个指引。好，他就赶快请相关辖区员警赶快来处理，或者是要求他的这个警卫有怎么样子的这个权责，是不是可以有这样比较明确的指示？我们来做这个比较明确的指引。是，我想这样可能会比较快速的能够达到第一线的一些保障，好不好？好，谢谢部长。那我们部长麻烦您休息，我们请署长。好，署长好。委员好。我想今天其实我们很感谢台湾已经进步到正在开始，很多的委员们都关心最近的很多健保的制度的问题。好，那今天早上很多委员也提到核三的部分，我就不特别再跟您追问。不过我想请问一个最根本核心的问题了。好，因为过去都有一些说法认为说健保署会设立每一区的这个总额，那所以如果这个地方它的申请的状况已经差不多快要逼近总额的边缘或可能超过总额，那么这一些每一比方说健保署的南区分组或北区分组就会提醒这些核三的医师说，因为总额已经快到了，所以请你们加强核三，不晓得有没有这样子的状况？
委员，我跟你确认哈，就是说我在我们的主管会议里面，我也有特别哦跟他们提醒说，我们千万不必要这个样子哈，是因为我们毕竟尊重专业啦。对，那其他的部分就是我们自己在对于我们医疗人员的教育哦，就做不必要的医疗的浪费，要行为要控制，或者说我们要提醒我们的病人的部分是我们的责任的哈。所以这一部分的话。就我目前来讲，他们给我的讯息是说，他们都没有做这种事情。所以，署长，我们定调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利用各种合山的手段来达成，这个维持健保总额的行的这个目标，是这样吗？对。對啊，所以说，但是问题就是说，他们可能有一个，就是在审查里面有两种不同的太阳、嗯，一个叫做行政审查，是；另外一个是专业审查，是。所以，行政审查的部分的话呢，就是。就是变得直接就是从电脑里面去弄嘛，是，所以变得有一些人会认为行政审查是我们健保署的同仁去做的审查，是，其实不是那个样子，而是说他针对一些必要的规范这样去做处理。啊，自己专业审查部分的确说实在的，我们在我们的各区的专业审查人员的话，在健保署的态度是没有要求他们为了配合那个点值而做这样的一个动作。署长，我想这个非常重要，就是说过去长期以来在一些比较不适当的核酸哦、嗯，因为现在因为网络时代，大家都会把它贴出来，过去可能就私下抱怨，所以我想这种在各个核酸制度，不论是你刚刚讲的行政审查或专业审查，这中间不合理的状况，其实它是伤害了政府的威信，是、哦、它真的伤害了我们健保署的形象，所以这个部分既然我们今天也这么多委员在质询，那就像您刚刚说，这些核酸是为了保障医疗的品质，跟这个我们健保额度无关的话，是不是可以我们也请健保署好好的检讨这个部分，让核酸归为这个标准的专业的一个程序，而不会跟我们所担心的，因为过去我听过太多的说法哦，包含说这一区的额度已经快到了，那就几乎全区的这个 CT 啊 MRI 全都删掉、哦、是出现过这样子的很不合理的情形、哦、所以请署长这边，既然这一阵子有这么多的反应出来，是不是我们做一些全面的检讨？会。好，那第二个问题，其实我想请问的就是说，大概在这边过去健保署有很多的作为都是在规范医疗人员、哦、那比方四月份我们那时候看到一个个案了、哦、那个个案是这样，他们家小朋友发烧，礼拜五晚上去诊所，去完诊所第二天早上还是觉得怎么还在发烧，就再到另外一个诊所、哦、那到另外一个诊所之后，他想一想觉得诊所可能不够好，所以就挂了台大的急诊、嗯、那快筛筛了流感阴性的反应，那台大那边跟他说还好，应该就是在观察。礼拜天因为孩子还在烧，又去马街的急诊，礼拜一又挂了台大的门诊，到了礼拜一挂完台大门诊，医生的判断是孩子活力还不错、然后也没有明确的这个诊断出来，可能有些时候我们知道某些那个玫瑰疹等等也会这样，那反应还不明显、所以然后台大的医生也说，你前面的医生也给你药品了、那我建议你追踪，那然后家属还是很不满，所以又跑到了另外一家诊所，所以他在四天之内跑了五家医疗院所，其中两次是台大，一次是马街，就是有三家都是医学中心级的哦。那这个案子其实在 PTT 上面引起了一些讨论，也就是说其实现在年轻一点的这个我们讲的医疗使用者或病家哦，他们已经开始在讨论说，是不是我们有比较好的制度可以不要让有一些病患，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他焦急他紧张哦，可是如果他的医师已经给了足够的这个讯息，也给了治疗处置，是不是我们制度上可以不要出现，因为我们一直在谈说不要出现医疗浪费，所以过去都框在医疗端框得很死、哦、那这个部分不晓得署长怎么样看这样的事情？这部分的话，部长有指示，就是说我们最近会针对分级医疗的部分做加强、哦、是，所以对一个社区医疗群的部分，我们会着重在这一部分的努力。是、哦，因为只要这样的话，让病人他自己就有一个专属的一个家庭医师的话能够照顾，而且。我想要给病人或家属足够的信心也是很重要，像今天他到各个大医院去的时候，其实都是医师看完以后就不做后续的服务嘛，所以家属还会很焦虑啊。医学中心不应该再继续做后续服务，他应该回到他的家庭医师那里。我是说我们每一个医师照顾病人的时候，应该给病人一个，就是说你有一些问题你还可以再回来追踪，是或怎么样会给他注意，因为有些东西有一些变化还没有出来，对，就刚刚您提的像玫瑰疹啊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一直在烧，你根本就是也不容易诊断嘛，对啊，所以说我觉得这都是我们是医
病关系的一个互动、哦、是很重要了、啊。是，那这也是未来的话，我们在做分级医疗的时候，我们需要加强的。是，所以也麻烦署长、哦，今天部长也在哦，就是说，像这样子的医疗分级制度的落实哦，让我们的就医行为，它其实真的可以由第一个我们他自己的这个家庭医师来做照顾。那在诊所这边得到充分的照顾，那有需要转诊才转诊，而不是让我们的这个病患或者是家属像在逛卖场一样哦。今天逛完全联觉得不够好，我们今天再去逛一下，再去逛一下另外一家哦。我觉得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这些病家的担忧，可是制度上面其实也应该要有比较更 合理的作为哦，去减少这样子我们觉得可能会出现的反复的医疗浪费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再去？我想这个其实是在支持说我们的政府，我们真的必须要赶快加紧像您刚刚所说的家庭医师制度以及这个健保分级，这个我们的医疗分级制度的实施，是不是可以赶快 做这样的推动？会，我们会努力。我们最快的期程大概什么时候会有一个基本的？我最近我们都有跟部长在做讨论进度嘛，那就最近就是说一些细节，部长有交代我们说有一些细节哈，是执行的细节要再赶快落实啊。是，那我当然会尽快，因为大概现在是六月嘛，大概看我看是七月的时候能不能给部长一个很满意的一个方向哈，是对，因为我自己是外科医师的背景啊，说实在的。今天来哦，我会尽快哦给部长去那个。我想有一些制度真的需要它的细致面，我也不会特别逼啊。好，我不会催这个。但是我想，如果说这两个部分，包括您讲的分级医疗跟家庭专科医师制度的话，那这边我们真的非常肯定，希望政府未来朝这个方向赶快做一些规划。好，好，谢谢， okay, 谢谢，好，谢谢。好，谢谢林委员。那接下来是杨耀杨委员。谢谢主席，主席请一下林部长。啊，请林部长。委员好，部长好，部长，我们今天审查《全民健康保险法》的施行细则哈，那有就是有关45条的修正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原本在健保法的第三条规定，政府的必须要编入健保的比例是必须要36%，对不对？这是在健保制度上的。然后我看这一次我们的修的施行细则的修正在第二项是其他的法律义务，好，其他的法律义务或者是立法院的决议。这个是在保险的概念上，这个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这个是政府照顾人民的责任，跟整个保险的分摊基本上是两回事，对不对？好，事实上，我为什么点出这个，就是说，目前当然看起来健保。政府必须要分摊的比例可能对于政府的财政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可是它相冲突的就是我们假如说这个法通过了以后，它会依托整个保险制度的概念。好，它会依托整个保险制度的概念。两个很大的概念互相冲突。好，互相冲突。并不是说不能这样子通过，不是，好，因为其实很多法律的很多立法，到最后都是利益权衡的结果，好，本席并没有说完全的反对，可是必须要提醒部长的是，这样子处理完了以后，日后现在看起来健保署的认为是健保目前的财务是健全的，对不对？署长来共同啊。不过就是目前是可以，可是就是今年的话到目前哈，它收入面跟支出面已经有呈现负的，也就是我们的成长率哈，就是支出的成长率事实上是很可观的，嗯，支出的成长率可观，对。可观，那为什么还
你们这个法修了以后，这个施行细则修了以后，对，收入是减少的、欸。对啊，收入是减少的。对，那你现在副成长，你还要这样子修吗？是啊，所以就说现在事实上是，我的认知是，假如说健保的财务是健全的，那我们这样子修才合理嘛。那假如说现在已经出现负成长，就是已经收入小于支出了，那这样子修问题就更大哦。现在有开始小幅负成长，当年的时候只有小幅负成长。来，不然去派一个出来回答一下。市长，委员好。确实以健保的财务来看的话，因为目前主要健保财务还比较算是比较健全，是因为有累积了相当额度的安全准备。安全准备对健保来讲，就今年来看，虽然收入已经小于支出，是，可是健保的累积的安全准备还算不少。好，对，所以未来几年之内，这个是重点嘛，这个必须要讲出来，我们修这个法才有正当性，是好、哦。假如说只是单纯从今年这样子来看，那我本席就会反对哦。好、哦，那你假如说现在就整个健保的准备金或者是储备金是够的，那我们才说先从减轻政府的负担面来看。我刚刚讲过了，这是两个观念的冲突嘛。好，这是两个观念的冲突，所以我们必须要先确保健保的财务是健全的，才能这样子修，好不好？好，另外一个就是有关溯及的部分，溯及的部分，部长，溯及不合理吧？我们今天也修73条嘛？对了，我个人是认为不合理的，因为溯及如果对人民有利的，对，现在就是在讲这个概念哈，就是说，修，纵使修了，也必须要从通过审查以后才开始起算，是，好不好？好，那既然讲到健保的财务算健全，好，然后准备金够，那就直接拜托部长跟署长 ，IDS 就是偏远地区的医疗品质提升计划，不只是澎湖，它涵盖绿岛、兰屿、小琉球等等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尽可能把诚意，最重要的是尽可能把预算提出来，把它规划的更完整一点。好，把它规划的更完整一点，因为其实像以澎湖本身对相对于台湾来讲，就是已经是一个离岛。那除了澎湖本岛以外，澎湖还有13个有住人的岛屿哈。那这13个有住人的岛屿，它的医疗品质之差，可能是部长、署长你们在想象上难以想象的。好，好不好？那我们既然有这个计划，就由健保署署长好、哦、麻烦一下，就是赶快把它做得更完整一点。好、哦，我讲过了，这个不只是澎湖、绿岛、兰屿、小琉球也都有这个计划。好、哦，就一并把它做个检讨，应该投入更多的经费，就把它投入，应该投入更多的人力，就把它投入，好不好？好，部长，我最后跟部长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烟圈的部分有一部分补助给医疗发展基金，用来补助医疗资源缺乏的地区，这个到了103年底已经结余款有33亿。部长，本席实在是很难以想象说我们把基金的钱有这么庞大的盈余，然后放任资源贫瘠的地方，医师人力不足，医师设备不足，医疗品质持续低落，
这个部分能不能请部长在短时间之内，我们好好的做个妥善一点的计划，一并把所有医疗瓶颈的地方，医疗瓶颈的地方可能就不限于我刚刚讲的离岛了，搞不好本岛也有，我们让台湾的医疗资源能够更公平的展现，让台湾的每一个人的医疗正义能够实现，好不好？好，部长，这个事情就麻烦回去赶快做个了解讨论跟计划，好不好？谢谢。好，谢谢部长，谢谢主席。谢谢杨委员。那接下来是卢秀燕委员不在。接下来是吴秉睿委员不在。接下来是赖世宝委员不在。再来是吴志扬委员不在。林德福委员不在。再来是王荣章委员不在。再来是江启程委员不在。再来是陈廷辉委员不在。接下来是黄伟哲委员不在。廖国栋委员不在。陈欧珀委员不在。徐真卫委员不在。钟嘉宾委员不在。蒋乃馨委员不在。邱志伟委员不在。王惠美委员不在。何新存委员不在。吕玉玲委员不在。陈赖素美委员不在。罗明才委员不在。张立善委员不在。周成秀霞委员不在。林俊宪委员不在。我们接下来请陈莹陈委员。请部长。请林部长。委员好。好，部长好。我们从这个全民健康保险费负担金额表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哈，在这个健保费的负担金额是依据月投保薪资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嘛。所以无论是我们是住在台北，那或者是住在台东，只要月投保薪资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大家缴的健保费都是一样，对不对？是，对吧？就对不对？这个没有太复杂，是没有分地区，对，都一样嘛，哈。好，来，我们看类目跟比例来缴费。对，你给部长打 pass， 他还是不敢讲。好，答案是肯定的啦，我们都是缴一样的，这个计算都是一样的健保费。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急救责任医院，我们全台急救责任医院的一个统计表哈，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就单看全国哈有194个这个急救责任医院哈，那我们看一下花莲、台东哦，还蛮可怜的，就是花莲八个，台东五个。那重度的部分呢，花莲好歹还有一个慈济医院，那我们台东呢什么都没有，一样的健保费哦。再来中度的花莲有门诺医院，还有这个国军花莲总医院的这个附设的民众诊疗服务处，那我们台东有个马街，好，所以一样的健保费，但是跟都会区跟花莲却是远远的不同哦。那部长，你知不知道从台东往南到这个屏东访寮的距离有多长？那不知道，实际上非常长。好，那从台东这个屏东访，从台东到这个屏东访寮南回公路我跟你讲，大概有118公里。沿线有太麻里、金峰乡、大武乡、达人乡大概有30,000多个居民。好，那30,000多个居民呢，大部分都是老人跟小孩。那么在这118公里的南回公路上我们没有一家像样的医院可以就诊，顶多是只有这个卫生所、卫生室，还有这个远距巡回医疗在支撑这个基层的医疗。那其实不瞒您说我自己的大伯就是在这条路上路途中过世的，急救不及就这样走了，留下两个小孩。好，那另外呢再请教部长你知道台东县最南端的达人乡有听过吧？有。
好，知道。好，那达人乡离台东市区有多远你知道吗？应该也不晓得，大概有60公里。好，那所以台东县达人乡的居民如果生病了，他们必须要走60公里才能到台东市就医，轿车就要等大概半个小时，那车程要1个小时，所以至少都要花到1.5个小时才有一个医院。好，那而且还只是一个区域等级的医院。那我们台东居民的健保费没有缴的比较少，为什么在生活在大都会的这些民众不用走118公里，他只要走118公尺，好，就有这个大概3-5分钟就有医院，好，可以就诊。那我们却要花上至少1.5个小时以上的车程哦。那所以这个是相当不公平的一个待遇。那对于这个医疗贫瘠的这个偏乡，我们过去政府大多就是到目前为止也就是补助这个交通费来弥补嘛。但是对于这个急重症的这个病患，我们其实都是在跟时间赛跑，这么长的路途怎么跑，有时候还要用飞的，可是你要 用直升机送的话多少钱。我那天前两天我的一位亲戚好老人家了，他必须要他竟然这个年纪很大，80几岁，他竟然是从台东坐这个救护车沿路这样坐到摇到台北去。那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坐直升机呢？他说要30几万啊，原住民怎么去负担这样的一个好一个费用，真的是太高，你再怎么补助也没有补助到那么大。所以我们不少的病人哦，都是在这个路途当中过世的。那么政府补助这个就医的交通费的政策哦，我们是需要检讨的。那部长你是不是可以承诺我们花东偏乡医疗贫瘠的这个地区可以比照这个离岛建设比照离岛地区建置这个空中紧急医疗转诊后送的服务？这个我带回去研究一下，因为这个澎湖现在有一个问题，那好像政委有特别召开跨部会在讨论，那我也把这个台东的问题也带回去。好，那我想你们这样讨论大概需要花多少时间？我不知道，那个政委好像这本周就会讨论。因为我想刚刚提了，我们真的是在跟时间赛跑，时间拖得越久，我们在那条路上过世的人就越多，大家缴一样的健保费，所以请部长能够正视这个问题，是不是？你们可以给政委一点压力哦，就说那个委员要求的啦。好，那我们在这个2个礼拜里面，我们把这个问题好把它讨论好，因为这个已经是常年的问题了哈，所以2个礼拜不算很急啊。报告委员，那个政委这个礼拜讨论好像是直升机，但是好像是所以一个礼拜就可以，这个礼拜就可以处理了。不是，他是讨论那个澎湖的问题了。那好像沒有，就你就顺便把台东的放进去嘛，都一样，何必讨论两次呢？我再带回去，都是一样一样直升机运送的问题啊。好，就一起讨论。我在这边要求一并讨论，好吗？我回去看看啦，因为、那個不要看看了，我是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开过了，是不是？我回去看一下。哇，一下部长，部长这样你这样备询。你要很明确，好不好？我知道，因为本周不知道哪一天开，我不知道。那你麻烦你这次跟政委开会，本周就提出来，不管他讨论什么，你就提就对了。我就提了，但是如果开过的话，我一定会，就要想办法再赶快补开。我一定会跟政委提这件事情。好，谢谢。那再来，卫福部这个紧急医疗资源不足的地区，对不起，紧急医疗资源不足地区改善计划，每年补助大概900万元左右。那台东县大武乡卫生所设立了这个假日及夜间急诊救护站。部长，请问一下，目前大武假日的这个夜间急诊救护站有几个重症专科医师？然后有多少个急重症医疗设备？比如说叶克膜、CT scan 等等。叶克膜跟 CT 应当都没有了哈。好，那几位医师我不太清楚，是不是也没有什么医师？但是大武这个地方很重要，我们现在把大武卫生所没关系，你刚刚说哈什么都没有，那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部长你觉得这个站跟大武乡的卫生所有什么不一样？现在就是把他什么都没有，现在就把大武乡卫生局改成这个急难救治救
救助站嘛，哈，那这个国已经送到国发会的，编预算都编好了。我想是这样哈，就是说，如果假如哈，这个刚刚讲这个站，它可以解决偏乡的急重症就医的问题，好，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拍拍手。那如果不行的话，那到底卫福部你们要如何解决这个花东哈偏乡医疗欠缺的问题？这个台东哈，主要还是把这个重点放在台东马偕医院。那心脏科、心脏外科都是这个慈济医院在支援。那现在他们需要一个整形外科，所以现在基隆长庚会去支援，下个月开始，七月一号就开始。但是刚刚的回答就是说，你还是没有办法处理这个交通很远的问题嘛？好，你就算设在马偕。好，或者基督教医院，好，或者你们现在叫台东医院，不管设在哪里，就那个118公里，还是118公里啊，你还是要很久啊。所以这个问题，好，又回到前面，好，一样的哈。那我在这边也希望能够就是说，你们可以还是限期改善了哈。那最后就是说我再提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部立的这个台东医院哦，三年内。离职多少人？部长知道吗？我不知道，但是问题很大。我们已经把院长撤换掉了。换院长如果可以解决是很好了，但是三年内就走了600个，那让原本这个医疗瓶颈，我们这个医疗资源本来就很瓶颈的这个台东哈，真的是雪上加霜。我们有医院，但医生都跑光光。然后南回，我本来我的政见哈，我说我要，我真的很希望，因为我大伯在那边走掉的，我很希望在南回推动，可以盖一个南回医院。结果马上我被泼冷水，他说可是没有人要去那里，所以我盖了一个医院，你没有医生，没有设备啊，就算有设备，没有医生也是没办法哈。所以我还是要强调，我们台东人明明缴一样的健保费，但是呢，我们台东居民非常缺乏这个医生。那就沦为三等公民了哈。那我们到底如何能够留住这个偏乡的医师和医疗人员哈？卫福部的这个具体配套措施，你们目前有没有？这个最重要就是把医疗资源送进去，不是把病人后送。那我个人觉得这个在地养成的这个公卫生还是很重要了，所以就是当地的子弟慢慢培养他们，以后负起当地的医疗责任。对，因为公费生时间一到还是跑光光，所以你们这个整个还是要做一个相当严谨的一个检讨。那我希望就是说，是不是可以你们在2个星期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检讨报告可以送给我，还有具体方案，好解决的方案。台东的部分。对，好，谢谢。是，谢谢。因为等会质询结束后，我们还必须处理讨论全民健保的一个施行细则的部分条文的修正案啊，所以时间很有限，所以今天有关这个临时提案我们就暂不处理，那也留在明天还有我们的委员会可以来处理临时提案啊，是在这边先跟大家做一个说明。那我们接下来质询的是黄国昌黄委员。谢谢主席，马上有请部长。哎，林部长。委员好。部长你好。不好意思，角度的关系啊，他们这边没手持麦克风，所以我这样子跟你讲，请您不要介意哈。2014年哈，卫福部国卫院委托的一个研究，查出来说六亲旁的学童体内致癌物多了2倍。那这个是依照第一年的研究计划所出来的结果。那因为那个分校距离六亲只有900公尺，针对啊这个研究，不知道您知不知道 ，VCN 啊氯乙烯是第几级的致癌物质？第几级我不太清楚，但是确实是致癌物。它是第一级的致癌物质。这个是这个研究针对根据六亲的距离4个小学他所做的。第一期的研究结果我们先 review 一下。就第一个阶段在那旁边最近的那个小学
他们所检验出来硫代二乙酸，那这个是我们在检验氯乙烯的时候已经 establish 侦测的方法，它会随着距离而递减。那同时最近的许厝分校，它的平均值显著的高于其他的国校，非常的多。那接下来移回这个研究出来了以后，那我们的行政主管机关采取一些措施，那移回了桥头本校，那继续的去追踪 TDGA 的浓度，这个结果是什么？这个结果就是回到，但如果是到这个本校的话，它的浓度是稍微下降一点。搬到新校了以后，同样的 sample， 好，同样的 sample， EC3。暑假没有待在学校，降到35，再回去146.9。来，请问卫福部，针对这样子的研究的结果，你们对于那些孩童暴露在这么高的致癌物的环境当中，你们采取了什么措施？这个当年这个上一届的立委、立法委员，我知道，那这个是第一期的研究，第二期现在我们在进行第二期了嘛？哈。第二期的研究报告其实在今年底了，不过去年的报告上个礼拜国务院的报告，它的这个趋势呢是有这个趋势，同样的趋势的。对啊，那我问的是卫福部做了什么？我现在先问具体的一件事情哦。2015年度研究的成果报告，卫福部公开了没有？这个国务院最近把这个资料寄到。这个云林县政府可不可以承诺马上公开在网站上，让公众都可以看得到？这个、可以啊，这显然不是只有云林县政府的事嘛。好，那我现在问的问题，两年的研究出来的结果，所呈现的结论是一样的。卫福部做了什么？我们的部分呢，就是我们把这个资料上个礼拜就给教育部跟环保署，那环保署署长已经答应。他会去跟台塑公司去来讨论，是不是改善这个整个。所以卫福部的立场是说，哈，你们现在做出来的这个研究的结果，你们已经 do your part， 那剩下的是教育部、是环保署要去处理的事情，是这样吗？我们的部分当然还有今年度还没做完呢，继续做。那我们也会做这个整个跟麦寮地区相关的这个。这个是不是要跟你们愿不愿意啊？代表政府先出来说，从卫福部的立场，把孩童暴露在这么高的致癌风险环境内是错的，政府应该要做一些事情。卫福部敢不敢站出来讲这样的话？这个我们觉得这个跟距离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已经把这个资料，这个应该迁校是地方。这个云林县卫生云林县政府的事，我们给他资料，然后给环保署资料，都给他们了。现在算出来的哈，你们第二份的调查报告，连同第一份的两份，我都全部看完了。我们如果用国际上面通用10^-6当做基准，测出来的数值，致癌的风险增加了几倍，90倍，所以我才一直问卫福部啊。你们有这个 finding 了以后，你们要不要代表政府出来讲一句话，让我们的小朋友置于这么高致癌风险环境，这件事情是错的，我们政府应该要马上 do something， 环保署、教育部做你们该做的事情，卫福部愿不愿意表明这样的立场？这个我们觉得这个跟距离真的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那我们的部分当然跟距离有关系嘛，所以许厝分校我说这是你们国务院做的报告，不是我捏造出来的，不是我捏造出来，是你们的报告，你也知道了这个报告的 finding， 那继续让小朋友在那个环境当中，你觉得对吗？所以我们才是给环保署跟卫生教育部对嘛？所以我刚刚那个问题，我现在想要拜托部长公开表态，这件事情是错的，我们的教育部。我们的环保署应该要马上做一些事情，部长愿不愿意从卫福部、从照顾小孩子身体健康的立场讲这样的话？对，我们对嘛哈，好好，因为现在时间到，我只剩下最后一件事情哈。第一个，
研究结果赶快公布。那第二个，照我所知道的，因为之前啊，那些厂商开始在编一些有的没有的理由，说啊，你们没有背景值啊，你们背景值的 data 也都收集完了，赶快把背景值的 data release 出来，让厂商没有话讲，不要手上有 data 有数据，然后为了要保护厂商不愿意公开。我知道你们的 sample 已经采集完了，赶快把 data release 出来，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严重。这个是卫福部的责任。那至于说环保署没有做他该做的事情，我们另外去追究环保署的责任。但是有一件事情哦，卫福部跟另外一个单位一直踢皮球，我已经不晓得要找谁了。远雄当初国有财产署租了20.6公顷的国有土地给远雄，结果核定通过的只有第一期的医院，国有财产署却租了这么大块的土地给远雄。我在财政委员会，我一直问国有财产署的，你们为什么租这么大块？他说是按照卫福部的公文。结果他们在2015年12月11号、2015年12月21号两度去函卫福部，要求你们说明，你们都没回答。一直到2016年1月14号再去文催促，你们的回复是说啊，许可范围只有第一期的综合医院新建部分。好，接下来国有财产署再去函问你们，好，那如果只有第一期的，请问第一期它的范围、它的面积？因为国有财产署今天早上我在财政委员会质询，他们认错了，说不应该租那么大，但是他们当初是按照卫福部给的公文，所以决定要租这么大，应该最多就是只有核定的第一期医院的面积。他们又再去函问你们说，坐落的范围跟面积到底有多少？他们要办理租约面积调整了。请问卫福部为什么没有回函？今天国有财产署给我的答案是，他3月发文，迄今卫福部都没回复。好，回去了解，请你回去了解好不好 ？OK。因为这件事情的责任一定要追出来。我已经追了三个单位了，国有财产署、卫福部、内政部三个单位。皮球踢来踢去都不关他们的事，我们的国家出现一个很荒谬的状况，把这么大的国有土地租给一个大财团，根本就没有必要的。结果现在要追究责任，没有人承认责任，没有人承认责任。那我知道这个是过去政府发生的事情，跟部长您没有很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今天把这件事情提出来咨询，就是要提醒部长卫福部赶快回函，到底第一期的范围跟面积到底有多大，后续的责任我们继续追究。好，谢谢。好，谢谢黄国昌黄委员。接下来刘建国刘委员希望能够也质询委员。刘委员给你6分钟可以吗？好。哎，谢主席了哈，请主席见谅，我是4点半以前就在楼下了哈。是是是，我请部长，嘿，谢谢。好，林部长，请。部长，我今天来也是为了黄委员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就麦寮的许厝国小。那许厝国小这件事情，你应该很清楚。你知道国务院当时编了多少预算来做这样的一个 data 的资料吗？我不太清楚，300万。300万。好，然后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是委托国务院跟詹教授、张长伟教授共同来做这个事情。詹教授跟我讲一段话，让我听起来也非常难过。他说过去在以前的时候，那些做黑劳还在海外被列作黑名单的人没有办法回来。那社会很多的闲打，大家就不管明的不管暗的，大家就积极的捐钱出力营救这些人。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些小朋友，国院已经做了应该到期中的这些报告都有非常清楚，也是期初跟期中基本上他所尿液筛检的这个数据非常非常的明显，差异性已经不大。他当时在期初的时候闹得沸沸扬扬，
那现在其中也大致上是这个样子。那我不晓得站在这些血统的健康，站在国家的卫生主管机关，部长应该有所动作，有所态度，是不是简单可以针对这个事情来做一个表达？好，因为已经初期的报告就是刘委员主持的，那第二期的报告是去年的报告，专家已经审查结束了，所以才可以正式公开嘛，哈。那这个趋势看起来是一样的，跟距离有关，所以当然能够尽量避免这个，所以我们这个资料已经送给云林县政府，那看学校要不要签，就是县政府来决定。那环保署我们已经给环保署，还有给教育部资料都给他们。那是不是我们要进一步要不要做这个当地居民的这个进一步的筛检？就是不止小学了哈，大人一直在筛检，我们正在研拟当中。现在是这个样子的哈。我们前几天有跟环保署沟通，环保署的官员讲说，好像要一定要等到期末报告之后，他们才可以去做相关的一些作为。那以部长对这样的一个整个检验调查相关的这些 data 资料，以你的专业，而以你站在卫生主管机关的这样的立场，就是说已经从这做了这两年了，你的看法是怎么样？有需要再等到期末吗？对，看起来第二年的报告跟第一年的趋势是一致的，而且有背景值，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大概已经可信了。所以我觉得我现在也希望环保署有人可以听到这些声音的哈。当在讲到某某的一个这个采这个砂石过程里面，环保署站在环境维护立场，他不是主管机关哦，因为主管机关是矿务局，他就出来喊话了，署长就讲得非常积极。当这个已经严重的影响到血统的健康，然后是在六轻的 VCN 厂旁边，这 VCN 所放出来的这些影响到小朋友的整个健康，还有他的尿液的重金属筛检，我想这个显然这两年做出来的报告，站在部长的专业里面应该非常清楚，小朋友不是白老鼠，不应该把小朋友当成白老鼠。那小朋友在这个成长过程里面这么小，就长期受到这样的一个伤害跟污染，那我想保护国人的健康，不只是针对小朋友，包含周遭居民，甚至于陈副总统也曾经到过现场去看过，也听到当地的居民的这样诉求。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政府应该怎么做？站在你一个卫生主管机关的立场，你应该怎么做？你是不是可以更明确来跟我们讲一下？如果第一个这个小这许错婚校是不是要再签哈？那这个就让这我们的建立当然是有关系的，让这个云林县政府来决定。那当地的居民进一步的健康的这个筛检保障呢？这个我们就会严厉的我们来决定。那当然，其他的就是环保署是不是进一步来跟厂商来讨论？不，我觉得部长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哈。很简单的一个理论的吼，因为只要站在国人健康，你绝对有讲话然后作为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嘛吼。那我只是很期待，就是说不应该有这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说啊，这个政府看到这样的事情都通过没有积极的作为，而且已经两年多了，那我只是期待说你可以再更强硬一点，你可以再更大声一点，因为政府如果看到小朋友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国家自己编的预算做出来的这样相关的的报告，那我们还置之不理，这政府是有法律上的责任呢，对不对？那法律上的责任到时候就叫是大家来分摊这些责任，还是什么样的责任？我不清楚。那基本上是不应该的，就你该公布就公布，你该这样的一个快速的去应变去做一个处理的情况之下，就是必须赶快去做了哈。第一个，我们马上公布这个第二期的第一年的资料了哈。第二那其他的我们都把相关的资料都给，已经给位，上个礼拜都给了，上个礼拜都给了，都给了。啊，公布了吗？公布我不知道有没有公布，我要问一下国务院。我记得是12月份就已经做好了嘛，对不对？12月份做了，到5月30号专家才审查通过了，所以以那一天开始算。那为什么要12月份做好，到5月30才可以专家审查？
这个我就不知道。就请部长你就多多注意一下了，好不 好？我最后一个问题就好了，好不好？因为今天针对健康保险申请者这个45条的修正嘛，好，把这9项要纳入。那我是觉得是这个样子，让健保会多纳入这72亿，这个原本是要负担的嘛，啊，把它变作是一个补助，这有一点本末倒置的。哦，就以法律来讲，你从施行细则里面去做这样的一个修正，这没有抵触到母法吗？因为健康保险的第一条很清楚的是什么？你可以简单讲一下吗？健康保险本身是一个社会保险。对啊，那社会保险就不是社会福利嘛，对不对？还是有社会福利的概念。应该这样讲，健保的概念里面，它本身是一个社会保险，但是因为健保的保费有补助，所以它有福利的性质。有福利的性质，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这么讲了哈。那我再请教一下嘛哈，啊，该负担的变成补助，这样对吗？其实那个在条文里面哈，第27条里面，它里面有提到，其实政府的部分是补助，是一种补助的费用，在那个。健保法27条，这9类里面所属的分的比较细，是各主管机关有几个？有这九类，有卫福部的，有劳动部的，对，原民会的，有原民会的嘛，哈，哦，就三个机关嘛，对不对？我印象中记得这是三个，这三个机关嘛，好，这三个机关现在通通不需要再去编的预算，直接从健保会去做补助，这样合理？不是这样，是本来我们这几个机关，这个钱本来就是有支出。对啊，没有错啊，本来就有支出。啊，从哪边支出？啊，公务预算啊。对，从公务预算支出嘛，对不对？支出。好，现在这三个机关都不用从公务预算支出了嘛？还是要、啊。还是要。那个还是要支出，还是要支出，只是说他在计算到健保政府该负担的36%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影响。但是对这几个机关来讲，这本来就是政府的公务预算的支出，不会因此就不支出了。就是里面卫福部还是要编卫福部该编的，劳动部还是编劳动部该编的，然后原民会还是原民会该编，那个本来都是还是有继续编，对，而且还是有继续支出，对，差异只是说他在计算政府要编给36%的那个部分，对，会影响那个部分。就政府那个36%现在变成怎样？原本他要负担的36%，对，那36%因为计算，如果把这些放进去之后。就整体来讲，36%在政府的支出，这36%原本从公务预算支出嘛，对不对？是，还是会支出，还是从公务预算支出？对，是说政府计算给36%的那个部分会减少72亿。我听不太清楚，对不起，嘿。我这样你是没有了，嘿。就是政府这些预算一向都是本来就是要编列去补助。健保费的，对，不管是原住民的，或者是儿童、老年人等等，从公预算去编的预算去做补助嘛，对不对？是，本来就有补助这个健保费。对啊，我知道，对。那因为补助健保费，那我们认为说它本身都是政府为了健保费而补助的支出，是。所以我们在计算36%的时候，过去这一块没有放进去，我们现在这一块把它放到36%里面。那因为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在计算那个36%，因为政府本来计算36%不够的部分要把它补到够。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大概会少72亿，就是会减少补助，减少拨付72亿的不到36%的这一块，但是属于政府原来该支出的这个所谓的健保费的补助，依照各该法令支出，那块是还是会支出的，那块没有减少。好，那我了解，谢谢。你的解释也是有点迷迷糊糊了。等一下再跟我详细讨论。好，林淑文委员因为刚错过哈，所以我们给林淑文委员3分钟来说来咨询。好，控制对。好，谢谢主席哦，抱歉，因为刚才发言的顺序没有调整好哈，所以来不及过来发言。是不是请我们卫福部部长？林部长。在部长要回答以前啊，我是要告诉大家，我现在要咨询的主题是关于上周五监察院有一个对远雄健康生活园区的调查报告，邀请本人
去参与调查报告。后来我本人哈、啊、请助理问他们说，为什么要我去调查报告的对象，同时还有远雄这个业者，还有中医大这个业者，但不是对行政部门所做的监察调查报告，为什么会有业者来参加？后来监委提醒我们说，好，那算了，那他们要来咨询我们的意见，可以派助理就好了。所以后来就助理去。那上个礼拜助理去了以后回来哈，监委找我们去哦，其实是想要在监委调查报告里面让远雄跟中医大跟我们对话沟通。他强调他是基于苗栗需要医院的立场来厘清，厘清什么呢？在远雄基金会不解散的情形下，中医大承接在法律上的可能性。所以监委也直接这样子解说明以后，我们就理解了，这不是要来厘清行政部门有什么疏失，哈、哦、啊，但我也很好奇啊，说监委可以做这种事情吗？让业者跟立委沟通，这样的角色是监委需要扮演的吗？哈、哦，那所以啊，看起来这个远雄健康生活园区这个基金会法人的主体哦，变更上有困难，他远雄要让中医大去承接。他们的有一个共同的意向，这个共同承接要变更给中医大去做，但法人的主体变更啊，有法律上的困难。那有要盖医院，但是如果送给中医大重新去做的话，可能要重新申请。哈、哦，那我觉得从监委要请我们去跟业者讲话的过程，预设了两个立场啊，一个是要预设监委是支持中医大要直接去承接。远雄健康生活园区，所以远雄健康生活园区是把这个 BOO 案直接私底下让渡给中医大，远雄要让给蔡长海。第二个，但因为中医大承接它的释法性有问题，所以监委试着要去帮他们排除释法性问题的厘清。那我现在的把监委问的问题就来问一下我们的部长，他问你说，请问啊，如果远雄基金会委托中医大经营苗栗的法院，于法上是否可行？第二，如果中医大捐钱给远雄基金会，医院经营盈余要固定回馈中医大，是法性的问题？好，因为我们知道一般医院经营的这个盈余是不能够捐钱的，可是中医大的钱是来自于中国医药学院，他们要捐钱给中医药学院。如果拿未来他们去经营医院的盈余去捐回去给中国医药学院，可以吗？那监委也问，到底需不需要20公顷的面积？那监委又问，如果远雄 BOO 案改为 BOOT 案 ，BOT 案是否可行？最后竟然监委问本人办公室的意见什么呢？如果请问啊，这个立委，中医大来经营，若转成中医大蔡长海集团来经营，我们可以接受吗？各位，你可以接受吗？人民可以接受吗？法律可以接受吗？部长，你可以接受吗？这个、我今天讲说，我没有接受不接受的问题，我先讲，重点不是谁来经营，也不是我能不能接受，重点是法律程序啊，法律是最后的底线。那你可以简单的回答监委的问题吗？那至于监委能不能问这一些问题是另外一件事。刚才黄国昌委员那个我已经调查了两年了，所以监委调查案是我检举的，结果检举到最后竟然监委要叫我们去跟远雄跟蔡长海中医大要我们面对面沟通，还问我们说给中医大可不可以接受？部长，你可以接受吗？这个理论上不能是这样说，说要重新申请，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那到底能盈余能不能回馈，这要看这个医院它的法人是什么性质。如果是财团法人就没有办法，如果是这个社团法人，说不定还有机会。BOO 案可以直接改成 BOT 案吗？这个法律我不太清楚。那刚才我一直问很久，那个一公顷面积也是我问出来的，然后我也叫王中西哦，要回答好。你们如果认为现在核准的只有一公顷的面积，那这一公顷以外的面积，我们也请国有土地的管理单位国产署要回来。国产署也发文给远雄了，说这个一公顷以外的要回来。远雄也发文回复国产署说不，他还是要20公顷。
然后就烂案拖在那里不解决。这样子下去是要拖到什么时候？所以难怪黄委员跟在我们后面，我做了两年了，他问你说什么时候解决这件事情了、啊？所以啊，这个事情我们还会继续追，不会这样子放掉。Okay. 那监委的问题，你也书面回答我一下好了。好，谢谢。我们努力的。请卫福部还是尽速有一些这个回复好吗？好，谢谢。好，谢谢。那，本日的会议询答已经全部结束，我们要进行104年12月15号公布的修正《全民健康保险法》施行细则的部分条文。那请查照案的一个审查。那本案因为是行政命令哦，所以依例不宣读条文，不逐条审查。那我们会依照立法院的一个职权行使法第62条的一个规定，仅就本案有无违反变更或抵触法律者，或应以法律规定事项而以命令定之者，进行处理。现在要开始审查，因为现在有两个这个提案，决议的一个提案有两案，那我请议事人员来做宣读，好，一并宣读，哈，一并宣读。第一案，卫生福利部于104年12月15日发布之《全民健康保险法施行细则》部分条文修正案中，第73条第二项规定，该次修正之第45条条文溯及至104年1月1日施行，违反不溯及既往之法律原则。原此，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决定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2条规定，提报立法院院会议决后，通知卫生福利部更正该细则第73条，将104年12月15日发布之《全民健康保险法施行细则》第45条条文更正为自105年1月1日施行。提案人委员吴玉琴，联署人委员林淑芬、陈曼丽、吴坤玉、林静怡。第二案，卫生福利部于104年12月15日发布之《全民健康保险法施行细则》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中，第45条原规定政府负担经费，系指政府依健保法第27条及第34条规定负担之保险费，不应将社会福利性质之补助纳入政府负担经费之计算，及第73条第二项规定，该次修正之第45条条文溯及至104年1月1日施行，违反不溯及既往之法律原则。原此，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决定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2条规定，提报立法院院会议决后，通知卫生福利部更正之。提案人委员王玉敏，联署人委员陈一鸣、蒋万安、李彦秀。宣读完毕。好，各位委员呢，第一案哈是说我们不退回，但是他那个法律溯及既往的部分哦，这个我们不支持哈，我们建议他们自己不退回的状况，自己回去做行政更正。好，这个请问在座的委员对于第一案是否有异议？吴玉琴委员的提案无异议，无异议我们就要通过了。不是，我们就这一案如果通过的话，就不处理第二案了。我先讲，第二案有两个部分。主席，这个一案不能这样处理，因为现在其实是有两案哦，所以应该两案合并来看哦。我觉得今天这个健保会为什么他们这么重视这件事情，而且已经告到监察院去了。那我们作为立法院，应该要听见这一些健保会委员的声音哦，他们几乎是无异议的、哦、健保会委员他们共同一致的行动哦。那这当中，其实早上本席的质询其实也提到了，过去没有这样子把一些社会福利补助性质这些费用纳进来计算，那现在把它纳进来计算，那这个整个行政单位呢，其实也没有办法把它要这样子改变的理由讲得非常的充分，所以本席认为这件事情呢，我们应该要去就是回应健保会他们具体的意见跟看法，因为大家其实都非常尊重这个
健保会的这一些成员的代表，因为他们都是来自社会各界，他们对于健保怎么样的支出使用，我想大家都会非常尊重他们的职权。那今天他们既然是从专业的意见提出这样的一个声音，所以本席今天提出来的这一个议案哦，要求我们的卫福部针对他第45条这个不合理的，还有第73条的部分，他们应该要去更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的合理哦。那因为本席的这个议案，它其实是大于第一案，它只要求他说不能去回溯，所以就议案的处理上面，我想可能没有办法说第一案通过，然后就只有第一案了。别忘了我们这个第二案，它涵盖的范围更广，而且它是呼应今天健保会他们提出来的诉求，所以我希望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呢，大家可以更审慎的思考，谢谢。好，各位委员呢、哦，这样子，那我们呢、哦，我们大概对于这个行政的内容啊、哦，我们就是接受或者是不接受哈、哦。我们审查大概就是接受他的备查、存查，或是不接受。那接受的话，我们就不用讨论了。那显然两个党都认为说没有办法全部接受嘛哈、哦。那再来就是更正或废止。好，那我们的更正那有两案，所以我们就来讨论这两个提案好了啊。那我们先处理第一案好了，就是吴玉琴委员的更正案啊。这个对，就是没关系的，就是我们不管他第几条，我们就到提案内容啊。吴玉琴委员的提案，那大家有无不同意？没啦，你就到你的提案的时候再处理。我现在处理说，刚宣告说处理完第一案。好 ，OK， 没关系，我重新修正。我们现在就是说处理两个案子都错处理好了哈，因为内容不一样，修正的方向不一样哈。来，那我们就先处理我们的第一案，委请委员的提案，请问有无异议？没有，那我们就通过委请委员的这个决议，好，第一案通过。接下来处理我们的这个王玉明委员的这个提案，这个决议所提的决议案，请问各位有无异议？没有异议，所以通过。行政部门，嘿，区市长。主席，各位委员，首先跟各位委员报告，就是说。其实这个事情细则这次的修正，当然我们希望能够依照原来修正的这个方案，但是刚刚第一个提案就是说，如果觉得73条要追溯这块需要检讨的地方，那这块我们会再来检讨。但是45条的部分，因为它是一个核心所在，而且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块，确实在这个刚刚曲市长讲的太好了，核心所在啊，所以我们通过第一案事实上意义不大了，就是去回溯那个意义不大了，重点是在45条了。你刚刚讲的核心所在就是要呢，就是45条，所以今天健保会他们最在意的其实是45条，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一个算法？那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今天卫环委员会就是做成这样的决议，你们回去更正。更正之后你们要想一个非常充分的理由，你们今天不是对委员会而已哦，健保会还把你告到这个监察院去哦，所以这个是整个卫福部要重新去思考的这件事情。你如果在论述上要完全说服大家，今天退回去刚好是让给你一个好好反省跟思考的机会，你们要怎么样有一个更充分的理由来说服大家。刚刚其实委员都没有表示意见哦，委员都没有表示意见了，是主管机关现在自己在那边自圆其说。所以呢，我觉得啦，我们是身为民意代表机关，我们本来就是应该要把关。那你们有什么苦处、什么难处，你们之后你们可以重新，因为我们是要求你们更正嘛。那你们如果重新再审慎的，你可以去开会，你可以再跟健保会的委员会的成员再具体的沟通说明一遍。如果健保会委员成员被你们说服了，他们也认为这样的改，你们怎么样的说明，让他们觉得完全接受了。我觉得我们立法院是民意机关，你可以用那个理由来说服我们说，那健保会的委员已经认可你们这一套做法了，所以我们可以不用更正，这样很合理吧？
好不好？所以这个拜托主席，我们今天其实就呼应一下我们健保会的这个意见啊。我想健保会的成员不是随便选出来的，大家都是各界的代表，他们既然有这么高的一个共识，我们立法院就是呼应他们嘛。那你们回去之后好好思考，什么更充分的理由，先说服健保会再说。我想应该是要这样子。好，主席来，我们现在请吴玉琴委员。这个提案确实在健保会的时候有一些的争议。好，那当时在卫福部对于45条的修正里面，对于第二款的一个修正，是因为依照职权哈，就是我们算社保师这边在法规的审查上面，就是觉得用补助的部分本来就有，在27条里面其实政府是补助哈，只是扩大了其他法律，也是有法律的授权才有补助的这件事啊，所以这部分是不是有违法，我们认为是没有违法之余的哈，但是其实它的根结会在哪里哦，原来其实在二代健保之后才有36%的这个限定啊，过去其实都有相关的费用的支出，只是没有框一个下限啊。那因为二代健保之后有了一个36%，所以我们对于36%到底怎么计算，一直出现一些争议，包括主计总处的算法跟卫福部的算法，就是本来在认知上就有很大的差异啊。所以我刚刚的质询上也提到说，因为这样的认知差异，从102年到104年一直有吵，一直吵，好到最后定调，所以主计总处也就是我们政府这边要再编出627亿来挹注，就是我们认定是卫福部的算法是对的。那可是在这检视的过程中，确实也发现，其实政府也有其他的支出都在花，都是来自政府的补助，尤其是其他的像老福法、生全法，还有这个儿少法，都有各法里面有政府规定的法定的支出。那所以这一块才一并的检视，说要把这一块放进来，在我们的45条里面列入其他项目。那我就觉得这部分整个国家是整体的一个财务的一个分配。其实早上王一鸣委员也在问说啊，是不是没钱，就是是不是政府没钱，你就承认嘛，就是政府没钱，所以它整个是都是政府的支出，所以就算在整个政府负担的部分。好，那我想这个是我这样诠释是对的吧，因为我觉得在过去我在参加健保会的过程中，其实健保署也一直在说明这一点，或者是社保师也一直在说明这一点啊，所以我们是比较，当时我们在身为一个健保会的委员，你把它回溯104年1月1号追溯这件事，我们是不太能，真的完全不能接受了哈，因为你十二月才公布的一个法令，然后追溯104年1月1号实施，这个真的语法上面我们觉得不可行了哈，所以才一直跟部长那边协调，或主计总长那边协调，可不可以把104年再补回来哈？那这个部分主计总处也愿意来补哈，而且他补的不是74亿哦，是116亿哦，要再挹注进来健保会这边哈，所以我们是比较建议说，回到我们民进党的几个委员的提案啊，我们把104年的这个回溯哈，就是请行政部门来做一个更正。那45条的部分，真的就是政府支出的部分，一毛钱都不会少了哈，这部分还是框列都是在算在政府支出的36%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算法的不同而已哈，而不是政府就真的是会损及到民众的权益这一块。没有损及，是政府的算法上面真的是政府有实际支出，不是说暗砍砍没有支出，所以我想这部分再做一个说明，也希望国民党这边也可以一起来体谅，因为这也是在国家财政上的一个困境。以上说明。好，那还有委员要发言吗？我想刚才吴玉琴委员是过去健保会的委员哦，他刚才所讲的有一点，我倒是有一点点，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对预算法的不清楚哦。当然政府的预算支出永远都是这一块大饼，但是就预算的支出的部分，我相信框在同一个地方应该会有预算排挤的问题哦。社会福利当然越多越好，那如果说要全部加进来的话，那势必对于相关的预算一定在健保会里面一定 会有排挤的作用，那这个是不是一个合理的预算的处理方式？我个人倒不以为然，因为社会福利其实应该是专款专用才对哦，这是我个人的想法。那我不知道吴玉琴委员之前在健保会里面
是不是同一个论点，还是现在的讲法 有不同？因为社会福利一直纳进来的话，那想势必是在健保费的支出里面一定会有其他排挤的作用，这是长期我听到的部分问题哦。虽然我不是医界背景专业，但是就我对预算法的粗浅的认知，我想是会有这样的问题。那我觉得今天王毅敏的委员的提案跟我们其他几个国民党及立委的提案，其实我们也没有非一定要怎么样不可，今天就是先退回，让你们再做更多的沟通跟思考，也让林部长私底下再去了解一下，到底一个什么处理预算的方式才是最完整的哦。所以我觉得也不过是给你们更多的时间而已，所以 我想行政部门应该没有必要，因为我们也没有要框你们非要怎么样处理不可，就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给你们多一点时间空间，跟健保会跟你们自己思考清楚。今天如果这一笔预算要框在这边的话，那未来其实很多的其他的预算，如果人家卡进来你们卫福部，那你们就全部要吃下，那只会让你们未来健保的预算的饼越来越小，你如何去跟整个主计处要其他的相关的预算争取，对不对？因为现在高龄化社会，就健保费的预算、卫福部的预算其实是越来越吃紧的，所以邀请林部长，你个人要思考清楚。委员是想请这个部长，部长，你们跟健保会有沟通过，现在是有共识吗？健保会的成员，因为刚刚本席的意思是说，之前是健保会所有成员，他还拜会各党团呢，我们国民党党团也被拜会了，所以我们理解这个问题，也愿意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就是大家来讨论这样子。所以你们现在跟健保会的成员是已经有达到共识了吗？跟委员报告，那个因为健保会34位里面有推出5位代表，那到监察院还有到党团这边来沟通，那我跟5位都沟通过了、那5位对于这个回溯到104年1月1号都坚决认为不可。对，好，那对于这9项列入这个36% 以这个部分呢，5位委员里面有3位是同意的。那有2位认为，那另外有2项那个基金来的那个部分，应当要再考虑一下。你这个确定了？这边是立法院哈，你说5位有3位，对对，那这书面他们这2位也包括藤委员，藤。好，这样子好了，这样子不太方便，我这样才是好了。我们休息5分钟，5分钟以后哈。大家再继续开会啦。好。无啦，伊要安尼同意，你莫甲挂对遐去。
等一下他继续休息，继续休息啊。欢迎大姐。救宝法。救宝法是这个啊。还有那个烟。哦，烟袋啊，烟袋，烟袋。这两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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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的，不行的，不行的，电，他给我打一个说话，那个给我，那个给我不要。
来来看一下。好，我们继续开会啊、哦！来，我们已经大家都有共识，有一个新的修正哈、哦。来，我们对于王玉明委员的修正，没有了，这个王玉明自己修正。好，来念一下，我们宣读一下好了，宣读一下。主席刚好，这个修正案虽然是，但是你要想说回到源头，讲白了，看到高明当时来。哎呀，好了。好了，这个。今天所有的决议案，这个是国民党的法夹弯了，可以啦。民进党不能犯同样的错误了。对了，我们知道这个是国民党的法夹弯，但是啊，大家都有共识哈。那现在执政的人呢、啊，要负起最大的这个承担呐、啊、哈。我们就承担起来吧，虽然是国民党的法夹弯，我们就勇敢承担呐、啊、哈。来念一下，宣读一下这个修正。第二案第五行修，第二案第五行修正为不应将失业被保险人及其眷属健保费及经济弱势者健保费之补助纳入政府负担之负担经费之计算。宣读完毕。好，各位委员对于这个第二案的修正，有没有意见？没有，好，那我们第二案也修正通过。好，我们做一下宣告哈，审查104年12月15日公布的修正全民健康保险施行细则，部分条文，请查照案哦，业经这个
审查完毕。依照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2条第一项规定，本案通知卫福部更正。那我们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本案时，由林兆伟、淑芬补充说明，不需交由党团协商。好，我们有陈英委员所提书面质询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书面答复哈。那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或请补充资料者，请于两周内答复。委员另要求期限者，从其锁定。本次的会议到此结束，现在散会，谢谢。